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现在什么网上一个。是学校建立12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正在制作各种作品。根据老师们的指导，我们正在认真制作一张张古老泛黄的照片，是我们学校历代学生老师的美好回忆，徜徉在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了华侨先贤在历史长河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艘船就是我们有着120年历史的中华学校，带着我们驶向未来。这是我们华侨自己创建的华侨学校，我们在这里同时学习中日双语和中日两国的文化。熊猫幼稚园和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我们在这里同时学习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化。学校重视基础教育，培育出一批批的国际型人才。我们的校训是三好五爱。三好是品行好、学习好、身体好。五爱是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爱清洁、爱自然。这是我们学校几十年传下来的校训，虽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从校训里折射出来的华侨精神是不变的。我们学校经历天灾、战争、人祸，几代横滨华侨矢志不渝，120年历久弥坚。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无以生计，沿海的一些中国人被逼得背井离乡，出国谋生，这就是横滨华侨的开端。我们学校的前身叫横滨大同学校，是由孙中山先生倡议，于1898年2月建立的世界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第一代校长是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全养毅就任名誉校长。大同学校开世界近代华侨教育先河，使用广东话授课。横滨开港也带来了多种文化，大同学校当时就成立了音乐会。日本最早的棒球国际赛事是从横滨开始的，我们学校成立了棒球队。1913年，也就是第二年，孙中山莅临横滨。这时的横滨华侨社会已经超过了5000人。
同乡会、店铺已经初具规模。但就在这时，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在大地震中，横滨中华街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校舍也完全被毁坏。地震的第二年，在新山下建成了广东小学校。1926年10月，位于中华街的第二代校舍落成，名字叫做横滨中华公立学校。学生们又可以在学校学中文了。中华街的料理店、杂货店、理发店越来越多，中华街又恢复了活力。遗憾的是，和平没有坚持多久。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给华侨学校带来政治上的压力，但生活还比较平稳。靠前辈们的智慧和努力，学校才能坚持下来。大家都在祈祷和平友好。1945年，在二战中，横滨又遭到了美国空军的大空袭。我们的学校又无辜受难，校舍再次被毁。虽然横滨华侨饱受战争的苦难，但仍在横滨继续坚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间，横滨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好了一层的平房校舍。伴随着小学重新开课，第三代校舍开始扩建，名字叫做横滨中华学校，使用国语普通话授课。第二年，第二期的二层校舍又落成了，增设了幼稚部和中学部。接着第三期校舍落成，幼稚部、小学部、中学部、夜间成人班全部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000人。这是我们借用港中学校举行运动会，学校又充满了活力，学校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遗憾的是，这成了这个校舍最后的毕业纪念照。学校事件爆发。8月1日，国民党特务和日本警察闯入并占领校园，老师和学生都被赶出了校园。9月1日，台湾海军和日本警察闯入新年度的开学典礼。9月5日，开学典礼被迫改到小公园举行。从此，我们再也不能在华侨合力建起的校舍里上课了。没有校舍，没有教室，我们分散到华侨的家和店铺，继续坚持教育。600多名学生这样坚持了一年，这就是光辉而艰难的分散教育。在窄小的房间里，没有桌椅，大家挤在一起也能快乐的学习。1953年，全日本的爱国华侨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韩笑。带三手钉。韩笑。了木造二层临时校舍，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第四代校舍。雪梅校长也来了。您又有了自己的校舍，又可以在一起高兴地学习了。1957年，我们学校正式改名横滨校长孙校长。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今天。1959年4月，学校承认了校歌、校徽和3好5爱校训，并沿用至今。20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祖国号召，很多横滨华侨、学校老师、校友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没有正常邦交的情况下，以红十字会名义来日本访问的祖国代表团与横滨华侨一起交流。1966年，爱国侨胞再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了钢筋水泥的5层校舍，这就是我们的第五代校舍。学员也被神奈川县批准为学校法人，学生可以在新校舍学习了。1967年，学校增设了高中部，我们在新校舍又可以高高兴兴地上课了，举办游艺会，庆祝国庆节，在旁边的人间小学开运动会，我们悠然自得地学习和玩耍。这一切真的要感谢历代华侨先贤。1970年，学生宿舍建成，寄宿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105人，北至北海道，南到九州，来源遍布日本全国。学生人数增加了，学校的活动也更加丰富。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地位。我们学校的老师热烈塞布斯韩校长。1972年，中日邦交校长好，在日本掀起了中国热潮，来横滨中华街观光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和附近的日本小学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大家在交流中交到了更多的朋友。在3好5爱校训的指引下，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也坚信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承载着历代华侨、学生、老师、家长共同记忆的学校。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子弟，也包括日本人，都想上我们的学校。2008年，胡锦涛国家主席在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中专程来我们学校了，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为了造福在日华侨华人，在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横滨华侨再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了现在的校舍。艳荣，哎，我进来了。2010年，我会长也进来了，我会长。啊？站前面。会长。我们学校的第六代校舍落成了。吴善雄会长也进来了。原来的六制部成为独立经营的正式学校法人，命名为校长。六制
英国的黄校长，你好。你好，你好，罗校长。我们幼稚园每个学年我还没有把响头打开。我小二到升三，每个学年两个班。咱们进来的校长，请打开你的摄像头啊。行政建制，请打开你的摄像头。大部分打开了吗？我是打开着哈。你打开着呢。学校，再把镜头往下一点。看到了吗？刚刚来到学校的小学一年级同学，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虽然开始的时候有些辛苦，但很快就会说中文了。上了中学，大部分袁校长，你好，我在呢。你好，袁校长。上课也主要使用日语，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准备日本高中的考试了。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都是要升入日本高中的，因为最近两年学校和中国的三所高中开始合作，所以去中国高中留学的学生也开始增加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有中国出身的老师，有华侨出身的老师，也有日本人的老师，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学校毕业生的老师。老师们虽然有时很严厉，但是我们能感受到老师们的爱。你好，早上好，老师。你好，好，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老师。各位老师，各位校长，早上好。社会的需要，我们增加了延长保护制度，有一半左右的小朋友加入，小一到小四的学生愉快地参加课后加油站。放学后，我也能当老师，我们什么都敢挑战。今天去攀岩，热情在燃烧。您上四十步也阻挡不了我们青春的步伐。欣赏体验专业绝活，除我们以外也吸引了校外的华侨华人前来参加。快到零下四十度了，太冷了。我们深信，无论多么困难，时代如何变化，华侨精神永远不变。就是我们有着120年历史的学校，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我们学习中日双语，中日两国的文化。我们不仅仅学习知识，更学习怎样做人。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活跃在科技、商贸、艺术、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我们长大了，也想站在更广阔的舞台，为中日友好做贡献。张开双臂，去迎接美好的未来吧。120年的航船也会继续乘风破浪，载着我们勇往直前。进来的各位校长和校董啊，咱把那个名字修改一下哈，把咱们平台的这个名字修改，您的名字和学校的名字。哎呀，孙校长也进来了啊、哦。进来了，
请问老师，我要填写名字跟那个学校的校名怎么填写？横滨关帝庙，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国术团协办的写诗点睛开光大典，那边有一个横滨关帝庙开始，由横滨关帝庙理事长林坚正先生主持。是不是应该在敬礼之前右上角？啊，右上角。我退出去，我离开，再重新进来。不用，右上角有一个黄小梁是吧？狮子被认为。啊，我是退出去重新修改的。今年啊，您是退出去重新修改的。我不需要点了参会者以后找到自己的名字，后边有那个更多就可以改名了。对，更对。就是会议室字，我点开了，里面都有点参加者那个姓名，我都打开了。现在进来了以后，您先点这个视频下方有一个参会者，然后在右边会出现一个所有参会者的名字，你找到自己的。老教师、的后边右方就有更多，里边就有改名。好，我再找。谢谢，不客气。擂鼓三通，鸣金九响，醒狮点睛开光。进来的校长，尽量能打开摄像头。校长张先生诵读祭文，敬手上香，为关帝献上花。找不到我的名字。学校法人横滨山手中学校楚俊校长也来了。横滨山手中学校校长楚俊校长先生，横滨山手中学校让我看你眼啊，楚俊校长。学校法横滨山手中学校那麻烦罗校长帮他改一下。熊猫幼稚园园长田玉明，你也可以帮他改。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会长，我可以帮他改。先生，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家长会会长，自己应该好像自己的名字在第一位上。会长，您听得见吗？听得见，会长。你好，开光。你好，李成后。你好，你好。四十五，拜谢关帝。最后，主办方对来宾的到来，自己的名字应该是在第一个第一排上，是不是改名？修改的要需要修改自己的名字，应该在第一排。对，我在就写自己的名，还有那个学校的名。学校的请师点睛开光大典拉开了横滨华侨李校长也来了，中国副校长小牙米道。因为这个不是经常做的活动，而且在学校里做。学生、老师、家长、校友、理事、评议员、退休老教师，方方面面的代表，大家一起做，这个意义。啊，行了。那么我自己本人因为是主办者，所以感受也很复杂，但是非常激动，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终于圆满成功了，也是为了祖国母亲献上了我们海外游子的记忆，也向祖国表明了我们百念桥下桥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和信心。百念桥校，华教之光，立德树人。孙校长，听不见声音吗？听到声音了，就是名字。西班牙的孙校长。西班牙孙。名字需要改吗？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听到了。校长。人家都能听到声音吗？我已经听到声音了，那个名字需要不需要改？需要改啊，需要咱们大家能互相认识。哦，好，我把名字改一下。好的。那个，学校名字就不用了吧？不是，您的姓名加上学校的姓名就可以。您的姓名加学校名字。要的。好。罗校长，我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怎么改呀、那个鼠标没有显示啊，它没有反应啊，能改吗？看到我的名字了，但是那个怎么改法，那个鼠标它没有显示啊，我点击它想写什么，它没有显示，鼠标没有功能哎。
您把鼠您把鼠标搁到您的那个照片上面，然后在您照片的那个右上角有一个小篮框，里面有三个点点，您点一下试试看。根本就没有照片呐，没有框，就一个 S。你自己的就是你的图像也好，照片也好。今天我们横滨山口中华学校可以改。大家今天穿着整齐的正在说话的这个要改名的迎来了老师是吧？对对对，我可以帮您改。啊，行，您帮我改，谢谢啊。虽然是哪个学校？我们都带了。德国杜恩。中文华侨华侨中学校，看不清名字的脸，袁素明。但是校长刚才，袁校长，看不到大家的眼睛。袁素明，哪个素哪个明？我知道。朴素的素，光明的明。大家的心里跟老师的袁是改的袁是吧？对对对。你右键点一下麦克风。虽然是大家的毕业典礼。但是校长也想告诉大家，中华学校永远是大家的家。12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正在制作各种作品，根据老师们的指导，我们正在认真制作一张张古老泛黄的照片，是我们学校历代学生老师的美好回忆，徜徉在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了华侨先贤在历史长河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艘船就是我们有着120年历史的中华学校，带着我们驶向未来。老师，咱们开始吗？好的，大家进来的也差不多了。张校长，您那边试一下吗？哦，我没问题。嗯，您试着放一个共享一个视频，屏幕看看。那您得先把这个屏幕取消，我才能共享。您能够直接按共享就把我这个给停掉了的。哦。您试试。有了吗？哎，对，好的，好的，嗯，好，行，是，好。先请大家都关一下静音啊，待会儿讲座的时候尽量不要有别的干扰的声音。现在大家都尽可能的开一下摄像头，跟张校长打个招呼。好的，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差不多刚才暖场的时候已经播放了一下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一些视频，包括他们20年校庆，还有醒狮点睛以及一些活动。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法国华文教育协会和法国奥罗阿大区华文联盟、华文教育联盟共同主办的2020年海外华校管理讲座法国专场的第一场。这一次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张岩松校长作为我们的首讲嘉宾，请欢迎。各位校长大家好。
张校长是我们世界华文教育界的大咖，在很多的讲座，国侨办包括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讲培训班面都做了很多讲座，我们也是在这些场合认识了张校长，觉得非常他的很多讲课内容对我们非常有益，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法国甚至包括欧洲的华校都把把脉，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请一下罗坚校长代表我们两个协会对大家致一下欢迎词。啊，罗校长请。谢谢，谢谢嘉荣老师。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法国小熊猫学校的校长，法国奥罗阿大区华校联盟的负责人罗坚。我首先呢代表法国华文教育协会、法国奥罗阿大区华文教育联盟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欢迎，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各个华校的领头人为了我们热爱的华文教育事业在云端相聚了。感谢严嵩校长呢百忙中来给我们法国和欧洲华校管理者们做一场精彩实用的讲座。请到张校长特别不容易，他特别忙。就这两个月吧哈，国内几所大学都在承办这个什么校长培训班呀，还有华文教师培训班呀，我和张校长都去了，他是主讲人，我是搬个小板凳在下面听的。特别激动的那个小粉丝一枚啊，一会儿呢大家就能感受到严嵩校长的魅力。今天呢特别特别荣幸啊，我们还请到了我们欧洲的几位在世界华文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也是灵魂人物，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的伍善雄会长。伍会长欢迎您。高兴高兴高兴。还有咱们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的陈华中会长，欢迎您，陈华中会长，您在哪呢？我没找到。还有咱们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的李雪梅校长，欢迎您，李校长。希望一会儿讲座交流的时候哈，几位那个前辈们能够给我们讲几句哈，然后给我们年轻的校长们鼓劲儿。那么今天呢来参加讲座的呢还有很多我的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有来自欧洲十个国家的，英国的、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瑞士、希腊、奥地利、俄罗斯，及来自我们法国十个城市的华教校长及管理者们，还有来自亚洲日本的，还有塞浦路斯的校长们，还有来自澳洲的陈雷校长等。这个差不多咱们有70多位哈，今天到场来参加活动，现在还有一些没有上线，再次热烈欢迎大家。还有很多的那个校长呢因为工作和时差的原因呢不能到场，都等着看咱们这视频呢，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聊哈，先等严嵩校长讲座完以后咱们有个交流活动，届时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谢谢大家。咱们掌声请出严嵩校长吧。各位校长大家好，我是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张严嵩校长。刚才看到伍善雄会长，还有李雪梅校长，还有这个宣申校长，总之还有很多新老朋友，非常激动。因为现在这个欧洲的疫情啊也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日本啊这个疫情也很严重。刚才我还给老师们开会，我们紧急商讨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对策，因为今天啊日本的这个感染人数啊超过了2600人，当然可能是小数字，可是我们这边也很紧张。那么今天非常有幸啊，在两个协会的邀请下，跟法国还有欧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各位校长能共同的交流。这一次交流我认为也是我们华文教育界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活动，那么也是我们真正的民间之间的互相交流，而且是跨国家的这么大区域的，所以我作为这个主讲人啊非常荣幸。那么事前我通过罗校长还有这个嘉荣老师啊向各位校长征集了一些问题，而且给大家发了我以前讲课的三个视频，
我们想借用这个翻转课堂的理念，我有一些基本的情况就不再，因为以前三个视频都讲过，我就不再讲了。今天主要就是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据大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再留下时间跟大家互动，大家可以现场提问。那么主要是想今天这样进行，那我们就尽快的进入正题。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实际是针对海外周末学校管理的一个专题。因为是专门针对周末学校，所以也想了一些周末学校的特点。那我认为主要是为了培养海外华校校长领导力的一种提升策略。所以今天我大概想从下面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正进入正题之前啊，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理念。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日本有一个被称为经营之神的稻盛和夫。他的经营可以说变成了一种哲学。那么我也看过他一些书，也听过他的讲座，在日本也听过，在中国也听过。我觉得对我经营学校、管理学校有很大的启发。那么今天主要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他提出来的公式，他提出来的人生方程式。这个人生方程式是什么呢？就是思维方式乘以热情乘以能力。如果你的人生、工作、生活，不管什么，都想成功的话，离不开这三个因素。那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呢？热情到底是什么呢？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是这样提的，思维方式是有负的，可以从负100到100，热情是从0到100，能力是从0到100。能力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个人能力高，这个人能力低，那么最低也不会低过0，他没有能力就是0。那么他能力非常高，100，能力一般50，能力70，能力80，大家都可以看一个老师、一个校长他的能力是怎么样。热情，这个人非常有热情，而且你能感受到的他的热情，而且你会被他的热情点燃，而且你自己听了这个自己受感动的话，你也会有热情。那么如果能力乘以热情的话，比如说能力是30分，但是热情是100分，那你就可以得到300分。但是你如果能力是能力是最高100分，可是你热情只有10，那你也不能得到很高的分。为什么？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这个热情和能力啊，思维方式不同。前面热情和能力都没有负分，可是思维方式是有负分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算这个人啊热情再高，能力再高，如果思维方式错了，方向错了，那么就可能会走相反的道路，甚至是负面的人生。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这个欧洲的希特勒，德国的，我认为他很有热情，而且能力相当高，可是他的思维方式错了，结果就变成人类的最大的一个灾难的造成者。为什么？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跟反人类的。那么这个思维方式对一个人来讲就是相当相当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今天分享的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思考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我不仅仅是想告诉大家一些知识理念，而且更重要的想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校长是怎么思考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追求的目的叫鱼鱼双授，想教给大家打鱼的方法，不仅仅是怎么得到一条鱼，这个鱼怎么样。那我认为这个也是教育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啊，但是我是这样设计这一场讲座的。那么还有想给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华文教育，
各位都是华文教育的专业人士，我自己认为的华文教育，首先华文教育是一种教育，它就是要培养人，它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华文教育要培养以中华文化为根基，掌握双语或多语，了解多文化多元价值观，具有华侨精神的华侨华人，这是我认为的培养目标。那么这句话是我大概想了五六年想出来的一句话，我们学校我也认为要培养这样的学生，培养这样的人。所以华文教育的根本任务我认为就是育人，就是要育人，就是教这个孩子怎么做人。那么海外华校我认为不管周末学校还是全日制学校，就要立德树人，留根铸魂，后面我还要详细的论述啊。那么因为是周末学校，我们就提出来一个思考题，请大家带着这个题啊一直来听我的讲座，就是海外的周末华校到底是教书还是育人，能不能育人，怎么育人，这个思考题啊，请大家一直带着这个思考题一直思考，一边思考一边来听我的讲座。那好，那我就想正式给大家分享关于海外周末华校管理的 Q&A 提问和回答，也就是说海外华校校长领导力提升的一些策略分析。我主要根据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啊，分成以下四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海外华校校长领导力的要素，第二个，这个也是提出来的问题最多的，就是海外华校校长怎么进行对老师的管理，还有老师团队的建设。第三个就是学生怎么进行理解和指导。第四个，和家长怎么配合，怎么进行家校共育。我主要想从这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想首先分享一下海外华校校长领导力的要素。我认为海外华校校长第一个领导力的要素就是使命。现在国内经常说使命和初心，那么海外华校的校长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或者我们的学校从哪儿来的，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的学校要怎么发展，我是谁，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对我的学校做什么呢？我这个人自己个人要做什么呢？如果把这四个问题都搞清楚了，就知道什么是使命了。第二个就是愿景，愿景就是对未来的预测，对今后发展的预测，对我们学校今后发展，对我们华教组织，对整个国家华文教育发展的预测。那么预测了以后，就要进行战略决策、战略目标、战略计划这样几个步骤。第三个就是组织和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不是说个人的价值观，而是说学校、校长、华教组织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就是把组织凝聚起来的东西。组织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哪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组织，最少也有三五个人，多的话几百人上千人。那么这个组织靠什么凝聚起来呢？就是靠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具体来讲包括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制度啦，如果是学校的话，校园文化啦，你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啦，甚至老师们的工资啦，方方面面都可以算作价值观。第四个领导力要素的第四个就是要构建共同体。构建共同体是什么呢？就是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人，目的是为了争取和整合资源。那这是我认为的华校校长领导力的四个主要的要素。那我们每一个具体来看一看，使命会让人怎么样呢？使命会让人有主动性、责任感，而且不放弃。什么是主动性呢？没有领导告诉我要干什么，我也知道自己要主动的去做什么。责任感是什么呢？这个工作就是我的，我自己就有这样
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放弃。什么是不放弃呢？有了困难，有了挫折，有了问题也不放弃，一直坚持。那么这个使命就会让人变得积极主动起来，变得有担当有责任，而且永不言弃。那么这个怎么能建立自己的使命呢？第二个就是要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第三个，把这个使命搞清楚了，把自己也搞清楚了，就要接下来明白我作为一个华校校长跟我的学校或者是跟华文教育事业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虚的看不到的，但是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自己每个人要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老师们，自己的组织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也就是我个人的使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个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是由孙中山在横滨建立兴中会的时候创建的，那么也是第一所迎来120周年校庆的百年小侨校。大家看到第一个照片，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代校舍，1898年建校的时候的第一代校舍。这是第二代校舍，1926年的第二代校舍，1946年的第三代校舍，1953年的第四代校舍，1966年的第五代校舍，还有2016年到现在我们现在的第六代校舍。看了这个六个照片，很简单。可是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呢？就想让大家明白我们为什么反复建校，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因为我们122年里面经历了天灾、战争、人祸，校舍几次被毁，几次重建，也可以说历久弥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那这是第一次，因为1923年关东大地震，学校没了，被毁了，八个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华侨们又建起了自己的学校。1945年，美国空军对横滨进行大轰炸，美国空军轰炸了以后，我们的校舍再次被毁。对不起，每个校长想先静音一下好吗？我这个说啊，谢谢。那么空军轰炸了以后，整个横滨一片废墟，还是八个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么又一次建校，刚刚建好，我们学校发生了世界华侨史上唯一的一次台湾海军联合日本武装警察武力镇压爱国华侨，也就是人祸。本国军队登陆海外镇压本国公民，这在世界上据我所知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发生在我们学校。也就是说我们要举五星红旗，结果被中华民国的台湾海军给镇压了。那我认为我们这122年里面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靠华侨精神。这个华侨精神是我跟我们学校的理事长总结的32个字，叫勤劳奋斗、自力更生、团结互助、诚信守则、敬祖爱乡、善邻友好、包容开放、进取创新。前面八个字讲的是怎么处理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团结互助、诚信守则这八个字讲的是怎么处理自己和团体和社会的关系，敬祖爱乡、善邻友好是说自己怎么处理住在国和祖国的关系，包容开放和进取创新这八个字讲的是自己怎么处理好和世界发展的关系。那么这32个字，我认为就是我们学校可以生存、一直发展壮大到今天、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那我想给大家分享3个人来解释使命。大家看到最左边这个人叫田福，最左边这个人，当时日本武装警察来抢夺我们学校的时候，他是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他跟警察交涉，
就是不想被警察把我们学校抢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田福老师。结果台湾海军来到我们学校，武力镇压，把我们学校给镇压了。因为我们要举五星红旗，那么台湾是要举青天白日旗，不准我们举五星红旗，所以这个是把我们学校抢走了。结果没有学校了。大家记住第二个人，站在最前面，我们在公园里面领导我们学校继续开学，坚持爱国民族教育的叫乌勒吉，这是我们学校战后的第一代校长，他领导我们再次团结起来，没有学校也要坚持教育。去哪儿教育呢？分散到华侨的家和店铺去上课。我每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学生今天能做到吗？如果我们今天的校舍再次被抢走了，我能领导学生们再次分散到华侨的家和店铺去上课吗？所以我对这个分散教育非常感兴趣，就采访了我们现任的理事长，他今年80岁，他是13岁的时候参加这个分散教育。我问他，我说你还记得当时分散教育是什么样的情况吗？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学的内容当然都忘记了，因为已经过了几十年了，80岁怎么想十几岁学的内容。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一直反省到今天，今天也送给各位校长们。他说学的东西虽然都忘记了，但是我从老师们身上感受到了洋溢着的革命热情。大家都是校长啊，大家也都是老师啊，我现在问你们，你们能让你们的学生感受到你们身上洋溢着的革命热情吗？而且是到了这个学生80岁的时候，他还会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吗？那什么是教育？这就是教育。学什么知识不重要，是决定今后这个人走什么路。这个照片很有名，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他们喝茅台酒，喝完了茅台酒就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了。这个照片之后的一个星期，还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学校第一代校长乌勒吉。当时为了了解这个照片，我采访了站在他旁边的这个叫陈坤旺，日本第一侨领。我问这个照片，把这个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当时74岁，先哭了5分钟。我就问他，我说总理是怎么接见的？他告诉我，预定接见30分钟，实际接见5个小时。1972年的周恩来总理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大家都知道总理得的是肾病。那么总理5个小时干什么呢？我也很想了解，我说5个小时都干什么呀？5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和像跟田中角荣一样，一个人一个人干杯，每个人干杯喝茅台酒，最后所有参加接见的侨领跪下痛哭流涕给总理磕头。最后总理说了一句话，当时啊这个保健医啊这个警卫啊都拉着总理不让他喝，因为知道这么喝那总理就身体就受不了了。可是总理坚持跟他们喝，一个人一个人喝，一个人一个人聊，你是谁，你们辛苦了，讲了很多话，这个过程就将近3个小时。然后总理对大家讲话说，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我认为啊，总理这句话是对我们学校校长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1949年到1972年在日本的领土上只有一面五星红旗，就是我们学校，没有第二面，也没有大使馆，华侨总会也不敢举，只有我们坚定地举五星红旗。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乌勒吉。
这张照片是田福老师，刚才是1952年毛头小伙的田福老师跟警察交涉。这张照片是田福老师去世，去世了以后，他的灵车按照田福老师的遗愿，一定要经过学校门口，再看学校最后一眼。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校。当时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张照片是我拍的，18年前拍的。我拍照片的时候，这个手啊，摁下快门的时候，就感觉眼泪都把眼睛都模糊了，就是太感动了。我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到死还不忘自己的学校，而且田福老师只是一个普通老师，他不是校长啊。第二天，田福老师的爱人给学校送来了遗德，遗产的遗，道德的德，就是田福老师的现金财产。按照田福老师的遗愿，看了学校最后一眼，还把自己剩下的钱，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给学校。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田福老师。还有刚才说的乌勒吉校长，我们学校的第一代校长，他去世了以后，他的夫人把他们共同居住的房产捐给学校，然后又把他们一生的积蓄捐给学校。非常感动，我给全体老师学生讲的时候，我说这不是老校长给我们留下来的钱啊，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啊。那么我去给乌校长和他的爱人上坟的时候，到这是他的墓碑，我看到他的墓碑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哭得不行了。为什么呢？所有人的墓碑没有这样，只有乌校长的墓碑上刻着五星红旗。也就是说啊，他想告诉我们，我死了也要爱国，一生奉献给学校，领导我们闹革命，领导我们被周总理称作中华民族英雄的吴校长，到了死也要把五星红旗刻在自己的墓碑上。第三个人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理事长，那32个字的华侨精神就是我和我们学校理事长一起总结的，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这句话就是我们理事长讲出来的。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认为我们理事长也是我的人生导师。为什么呢？我们理事长开会啊， iPad 苹果手机，然后照相机、录音笔，每次开会都摆在前面一大桌子。而且他每次开会开完了以后，经常有的时候把录音发给我，而且有的时候给我发 email， 我一看凌晨3点。最长的一次，有一次开会给我开到半夜12点，他还精神两眼放光给我开会。我都后来我说我困得不行了，我说李长今天咱们就开到这儿了，我觉得我脑子都浆糊了，都不行了。还有一次我要找一张1986年的照片，他第二天给我找出来1986年的照片，1986年还没有数码照相机啊，他能马上找出来，而且他跟谁说过的话都有录音，让我非常佩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他身上散发着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的光辉。所以我认为使命是什么，我看到这三个人也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导师，是我的精神导师。还有更多的老华侨，还有更多的华侨先贤，他们的一辈子的，从毛头小伙一直到他们葬礼的各种各样的事迹和精神感染着我。那我跟我们理事长也讲，我说理事长你现在应该放心了，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我想地震了我也不会跑，发生什么灾难你也不用催我，我会自己把这个学校办好的。那这就是使命，我认为这就是使命。所以如果你各位校长，你们能知道自己的使命，而且把
自己的使命变成整个教师集团、整个学校的使命，甚至是学生的使命，我想这个学校就成功了。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第二个，想谈谈愿景。什么是愿景呢？愿景就是预测未来嘛。怎么预测呢？至少要看十年，谋三年，做一年。那么这个愿景里边，战略决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准大方向。比如啊，我现在我认为我们学校要发展成世界第一的华侨学校，那我要是为了这个目标，我要十年做什么努力啊？如果各位你们想把你们的学校做成欧洲最大的周末学校，或者是我要办成多少多个分校，如果有这样的愿景，那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样呢？那如果没有，我想办一个100人规模的周末学校，我想办本校是怎么样，分校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愿景就是决定了你的人生啊，决定了你各种各样的决策。第三，愿景就决定了怎么选人、用人和用钱。所以那你想想，这个愿景啊也是虚的，因为你摸不着、看不到、摸不着，因为是未来的事情。可是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具体举例子，这是我做的愿景，这是我们谋三年的计划，我做的三年的学校的规划，老师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这写的第一目标是教师，第二目标学生，第三目标家长，第四目标对外，我这四个目标应该怎么办，三年应该怎么办，一年应该怎么办，写的非常清楚。而且为了解释每一个目标，我又专门一个一个专题做 PPT 给老师们解释，做成视频反复让老师们看，这是我的方法。那么这里边还有具体怎么改善，哎，这个没做，总结的时候发现这个没做，为什么没做呢？没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要做的话，今后怎么改善？是谁？具体谁负责？那这是我做的三年的计划。那我认为各个校长也是应该有。十年你真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愿景是什么？你想把你的学校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必须搞清楚。那么如果搞清楚了，决定了，定下来就不能变。那么你就三年的计划，一年的具体计划要做清楚。当然这个计划是可以随时改变的，根据你的想法，根据你的组织情况，根据你的教师情况，根据时代的发展，可以随时改变。但是如果你不是做十年、三年、一年这样的想法的话，肯定会盲目的做。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非常深刻的惨痛的经验和教训。那我给大家具体举例子，我们学校的十年、三年和一年，看十年，我一直也想十年会怎么样呢？新时代会怎么样呢？后来明白了，想了很长时间明白了，是什么呢？只有变是不变的。再说一次，只有变是不变的。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在变，永远都在变，永远都在路上，你永远追不到那个十年是怎么样，那你就不断的要变，你根据这个变化，然后你们怎么变？那怎么办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动。什么叫被动呢？有人说我要紧跟时代步伐，我要紧跟时代的脚步。错。为什么？你跟不上，因为你不知道时代会怎么样。那我认为十年会怎么样呢？先要挑战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挑战，挑战完了以后你可以创新，按照你的想法去创新，按照你们学校的想法去创新，不要看别人。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从十年做成引领。我今天在各个华文教育群里面发了一个全球华校联盟，这个全球华校联盟可以说是我原来一个整体全球华文教育共同体的一个构想。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想引领，不能跟着别人走。那如果你主动了，那么你就争取了这个时间，
你就引领了这个时代。时代是创造的，不是紧跟的。新时代这样了，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办？不是这样。所以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十年，我们就是想挑战创新和引领。第二个，谋三年。我们120周年校庆完了以后啊，哎呀，大活动搞完了以后就觉得很成功啊，大家也很高兴，然后把客人都送走了，冷静了，那这今后我们怎么发展？那就双甲子再重新出发吗？那我认为就是我叫回归百念桥校的本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到底是个什么学校？我们到底在搞什么教育？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课程？搞清楚，自己想清楚。我们这三年实际上一直就在做这个事情。第三个，做一年。我今年提出的目标，这是这个疫情之前提出来的，我们叫全员化、ICT 化和可视化。什么叫全员化呢？就是说所有的教职员跟所有的学生都要参与我们设计的教育里面。不是班主任做这个事情，科任老师不做，不是，不是后勤的人不做，不是，大家都要做，每一个学生跟全体老师都有关系。第二个 ICT 化，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进的 ICT 教育，把教育变成 ICT 化。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昨天正在开会，如果我们每一个学生用一个平板电脑的话怎么上课，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第三个可视化，我刚才说的就是做视频，我给老师们，给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做视频。为什么？讲一次听不懂，你自己反复看吧，看100遍能看懂吗？那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我给家长也做视频，因为听我讲一次听不懂，那就反复看。所以这个叫一种可视化。还有就是你能把图表做得非常清楚，这个也叫可视化。那这是我们今年重点的。那结果没想到突然疫情了，休校，哎呀，这个一下子就我们这个这个做的觉得判断的很正确，这个正好应对了这个疫情。那这是我们学校，我自己认为我们学校的愿景。第三个，组织和价值观。组织的根本，如果你是校长，那就要想怎么搭班子。搭班子是什么呀？就是你的领导团队，你的核心成员，你的核心团队。那我如果说我们学校的中层干部的话，大概有20个，那么高层干部大概有5个，包括我的话，那么就是我怎么把这个班子搭起来，这个是校长的想法，就是一把手要做的。你用什么样的人当干部，你让他发挥什么作用，他的职能是什么，这个是搭班子。带队伍，那就是通过这个班子，通过校长把这个整体的队伍带着大家一起走。我们全部的老师是60多个，那么怎么让这20个1/3的人带领全部的人一起走，这就是组织。价值观刚才说了，是把组织凝聚起来的东西。那如果说到学校的价值观，教育理念啊，规章制度了，评价考核了，工资奖金，这全都是后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个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我做的组织，今年3月30号做的组织，大家不用看详细的，但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可视化，就是把我们的组织做得非常详细。这个中间是我，这个下面都是我的组织。那么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班具体要负责什么，各个研究的小组要做什么，然后招生谁负责，这个宣传谁负责，电教谁负责，然后学生指导，学生的各个方面，把学校的组织搭建起来。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组织，这是我们最近40年第一次改这样的组织。因为我们规模越来越大，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理念，按照愿景设计了这样的组织。再举例子，教育理念，那这是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中国心，然后实施双语教育、3好5爱教育、多文化理解教育和小中一贯教育。那这是我们的教育理念。今天没有时间，我在以前的视频给大家详细讲过，今天就不分享。第四个，构建共同体。什么是共同体呢？共同体就是团结所有能团结的人。
你能团结多少人，你的能量越大，你团结的人越多。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争取和整合资源为我所用。我们疫情期间啊，家长们纷纷主动的给我们捐口罩，送消毒液，然后送甚至送水果送点心，然后写慰问信，然后画各种各样的图画来鼓励老师们。那这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共同体的工作做到位了。后面我会讲家校共育的问题，那就是包括怎么把学生、家长、教师、校友、企业、华人企业三个社会，中国社会、当地社会、华侨社会，两个政府，你们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包括大使馆，怎么把这么多的人和因素整合起来，这就是校长要做的共同体的工作。那么我说的全球华校联盟就是从我这个共同体的思想里边衍生出来的。那这是做了一个图，后面还有这个我们日文叫 plus alpha，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还可以加无限的，如果你加世界，认为你的心胸能包括全世界，你把世界加进来也可以，你能加多少就加多少，看看校长的能量和胸怀是怎么样。这个叫共同体，这是我们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共同体。小六学生照顾小一，小六学生照顾小一，非常自然，让学生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学生关系的共同体，学习的共同体，让学生和学生之间发挥作用。这是校友，我们120周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大同窗会，最年纪最大的校友92岁，年纪最轻的刚刚毕业15岁，大家欢聚在一起。92岁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个校友一辈子都跟我们学校有关系，一辈子支持母校。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层次的华校校长领导力要素的。第二个，因为有很多校长提了问题，说张校长你是怎么做的？这么多工作你是怎么做的？啊，你怎么管理时间？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也很着急，我要做的事太多。天天我现在的计划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内的，这个半个小时做什么？如果最忙的时候是10分钟，一天就是从早到晚忙，上厕所没时间。那我这要做这么多事儿，要做自己学校的事儿，还要带法国专场，还有全球华校联盟，这事儿太多了。那怎么能做得完呢？我也不是超人。给大家分享一个四现象管理法，这也是我自己学习我自己找的资料。什么是四现象呢？第一现象，这是有两个轴，纵轴是重要度，横轴是紧急度。那么第一现象就是又重要又紧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立刻去做呀，没办法呀，又重要又紧急，你们不做也不行啊。第二现象，重要但是不紧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有计划的去做。第三现象，不重要但是紧急，那怎么办呢？就交给别人去做。第四现象，不重要不紧急，最好别做。那么这四个现象具体说是什么呢？紧急、重要而且紧急，这是建议啊，不是我的建议啊，这是这个提出这四个现象的人的建议。重要而且紧急的话，最好在你整个的时间分配里边占到20%到30%。为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做这个第一现象的，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会变成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就是把你忙的都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会变成这样。那么什么是又重要又紧急？比如说开会，我要开无数个会，那你就要决定了，那有的会必须校长去参加，没办法，那你就得必须得去做。但是有的会没办法，你是什么会呢？比如说家长来
家长来抗议了，就是你们这个学校这个怎么发生这个问题了，这没办法了，必须校长去做，那没办法。可是你要是一直都去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把时间放在这个上面的话，那你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你会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累，压力非常非常大，你就一直向救火队员处理危机。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要做重要的事情的话，就是要做第二现象，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什么是重要但是不紧急呢？我举例子，比如像我认为教师评价，或者是说我构筑自己的关系网，或者是说提高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比如说啊，我现在想看一本书，稻盛和夫写的怎么工作，我现在想做这个，我要提升自己，那这个也重要，但是不是很紧急。那么你应该有计划的，你应该有计划的想我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长期对长期发展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还有比如说我们常年有一些要解决的课题，比如我们是星期一到星期六都上课，星期一到星期六全天都上课呀。有的家长和老师提出来，校长我们太累了，星期六能不能休息？那我就也要研究，如果星期六休息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休息？课时怎么调整？课程怎么安排？还有比如说，暑假应该怎么办？或者老师们请假应该怎么办？这都是常年的一直积累下来的很多课题，但是我都放在开会啊，都放在那种救火的事情，我就没有时间做这些重要不紧急的。校长应该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个第二现象。第三，不重要但是紧急，比如说突然来一个电话找校长，突然来一个客人找校长。我以前就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那找校长，那我就得打接电话，谁谁谁，结果看他说来说去这个跟我没关系。哦，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说让谁，我让我下面的副校长接电话。那就是你要判断，那紧急嘛，没办法，突然发生的你不做也不行。那么这个时间最多占到20%就行了，最后不重要不紧急那就别做，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尽量别做。那么如果再讲到时间管理的话，那我相信各位都有一个自己的时间管理软件，我是连在手机上的，在电脑上也可以看，在这个云端都可以调整的。我说了嘛，最多做到10分钟10分钟的计划，一天都是要干什么干什么，都是按照这个计划来的。你跟我约提前一个月约，要不然约不上，因为都排满了。那你这个手机的软件，时间管理的软件也非常重要，没有什么好坏，适合你的就可以。那么这个是有一些校长提出这个问题，我的方法是什么，介绍给大家。第六个，我认为校长最重要的要有四个力。什么四个力呢？第一个，情报力。什么叫情报力呢？就是你能分析，你能搜集整理分析各种情报。这个情报就太多了，海外的，中国国内的，华侨社会的，教育方面的，资源管理方面的，什么什么方面，你能搜集出来，整理出来，分析出来，用你的话能说清楚的这种情报就叫情报力。我们现在导入每一个学生一台平板电脑，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情报力，因为这是今后新时代的一个人必备的生存能力。就像那比如说就是现在罗校长有很多群，哎呀，怎么管理这些群呢？怎么判断呢？我也是微信联系人好几千，几百个群，上千个群，这怎么弄啊？那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情报。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专业的，你这个领域的情报，哎呀，今天张校长发了全球华校联盟了，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后可能会做什么什么，知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情报力就是对今后的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没办法。第二个，思考力。
什么叫思考力呢？就是你自己能不能独立思考。当校长要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说来说去，或者是说议论纷纷。那么你有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而且要深度的和广度的思考，你的眼界有多宽，你的视野有多宽，你的心胸有多宽，就决定你的思考力。你只想自己学校的事儿，解决不了。你知道世界怎么样，自己国家怎么样，自己的华侨社会怎么样，你才能判断深度。什么叫深度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思考一个问题的话，一定把它落实在书面，或者说你要分析一个问题的话，你自己做思维导图，永远在脑子里想是想不清楚的。这是我的经验。比如说那这个魅力是什么，不好的魅力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自己分析，自己画图。我要做这样的判断，如果这样的判断的话，我的责任是什么，如果判断错的话，我要承担什么责任，什么什么什么。所有的这样的思考都要把它落实在书面，包括我今天做的 PPT，我也是思考了很长时间，我要怎么给大家讲。那你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思考方法，把它落实在书面上，才会有深度的思考，要不然不会达到深度思考。第三个，判断力。我天天判断，我天天有人来问校长这个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学校第一次休校的时候，因为疫情休校的时候，日本政府没有判断休校，日本的公立私立学校也没有休校，但是我判断我们学校要休校，不上课，在网上上课。当时压力太大了，几千人因为我的判断要决定到底怎么生活，怎么上课，怎么上课。那你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勇于担当的勇气来判断？你变成你们学校的主心骨，哎，你坐在这儿就全校就稳定了，全校就都老实了，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你不用说话也可以。那你能不能起到这种定海神针的作用？这就是作为一个主心骨的判断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校长的判断可以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如果你判断了以后把简单变成复杂，那就麻烦了，你判断错了。你把很多工作条理化，你可以把复杂的工作变成简单。为什么？各个部门之间的扯皮，各个部门各个组织之间的分工不明确，都是校长的问题。你说啊，这个就这样，你们不要讨论了。哎，那把复杂的变简单了。 ICT 到底是，就这样说吧，到底是用微软好啊，还是用谷歌好啊？这怎么想啊？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判断了，我说别想了，想不清楚，不想了，哎，简单了，就用谷歌就完了，哪儿都有好，哪儿有不好，那就判断就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我只是举例子。最后一个，学习力，这是现在现代社会新时代每个人必备的能力。校长的学习力是什么呢？要具备跨学科学习的能力。什么是跨学科呢？我刚当校长，看财务报表不会看，看不明白，连预算都不会做，学财会知识，找专家来教我，最后现在财会报表看懂了。要让我对老师进行评价，人事管理制度不懂，学，什么不懂就学，不是你的领域，不是你的专业，你也要学，而且要更快的学，比别人都快的学。第三个，你引领全校老师一起学习，引领家长学生一起学习，最后就终身学习。那我认为这四个力是校长必备的四个能力。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快一个小时了，我看来只能分享两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教师团队的管理和建设，这是校长们提出最多的问题。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教师团队怎么管理和建设呢？那首先就存在一个识人选人用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怎么看一个人，怎么决定、他是一个我们适用的人才。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可是你看他两眼能知道他是什么德吗？他是什么才吗？看不出来。那你就不断的得试验，就不断的得试验。那我做校长以后，我面试过很多人，选过很多人，看了很多人，而且跟很多家长接触。我们理事长告诉我，校长就要学会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让他能很快的明白你要想说的话。那最后达到什么境界呢？阅人无数，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大概什么样一个人，他的工作方法可能是怎么样，他的能力是怎么样。那这个是要靠练的，这个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解决问题的，是你自己体会，你自己练出来的。曾国藩也有识人术，很多人都有识人术，相面，很多很多方法，你们自己研究自己看。你达到阅人无数了，你就知道怎么看一个人了。选人，选人是怎么选呢？就刚才讲了，你的愿景是什么呀？我们要做多文化理解教育，我们学校有三种成分的老师：中国国内出身的、校友生出身的、华侨出身的，还有纯粹日本人出身的。因为我们想搞这种多文化呀，你的愿景是这样，那你就选这样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校长敢于选那些能力高甚至比自己能力高的人。这个有点难啊。说那他以后当校长，我当不了校长怎么办？那就大家想一想刘备吧。刘备怎么能命令关羽和张飞呢？大家想一想唐僧吧。唐僧有法力吗？那他怎么能领导这个师徒四个人去取经啊？所以你怎么能驾驭这些能力高的人？这是校长的领导术，就是你敢不敢选这样的人。第三个，用人你就要大胆放手的去用。既然你想用他，比如说我想让他当副校长，那你为什么让他当？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用他什么方面，或者说你选的时候你认为自己不足的地方让别人帮你补助，那你选这样的人来帮你，那就跟自己的想法有很大关系。那么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风云际会啊，那就是说给有能力的人创造机会，让他们发挥最大的能力。我今年改了组织，提了好几个年轻人当干部，哎呦，我突然发现，哎呦，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他发挥不出来他这个能力。原来他还会画画啊，都不知道，工作了十年都不知道。你没有这个机会，你不用他，你不大胆的给他机会，他发挥不出来他的能力。第四个，这是校长的一个根本的思考方法是什么呢？校长不是做事儿的，不是做具体事儿的，因为具体的事儿太多，所以我把它叫做从谋事儿到谋人。你就时刻的在琢磨这些人，你时刻的在分析你手下的这些教师，时刻的在想家长怎么想。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到人心的工作。第二个，组织建设，组织我刚才设计的组织，那是一个图，后面还有各个职能的详细的分工和介绍。组织之间的矛盾主要就是分工不清，我自己认为，或者责任和权力不清。那么这就是校长的问题，扯皮或者是推让，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们部门，这就是校长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做到责权明晰、分工合作，让这个各个组织都运转起来？第二个，组织的凝聚力。什么是凝聚力呢？能不能都团结在以校长为核心的学校周围，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学生也好，那你有没有这样的凝聚力？你这个组织要有凝聚力。第三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说的非常好，太好了。为什么？我认为我是自然型的。什么叫自然型呢？我不用别人给我说什么鼓励的话，我就自己燃烧自己，我把我烧的都痛红，我也有这样的热情，我不用别人跟我说什么，我就可以自己燃烧。哎，你是自然型的，那你发现原来有一些人他没有激情，他没有热情，他能力也不高，那怎么办呢？你要点燃他，你把他也点燃，用你身上的火，用你的热情感染他，用你的理念，用你的话，用你给他洗脑。简单说，
你能把它点燃，把它点燃了就变成你的组织的力量。那么还有这三种人，还有第三种人，阻燃型，你发现怎么点都不行，你点它把火还灭了，那就淘汰吧。就说你的这个组织建设里面，那就是说，那好吧，那我能不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能不能感染别人，我们能点燃把别人点燃，把他点燃了以后让他再去点燃别人，越点越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校长这个理念就是这样做的，我提出一个理念谁也不理解，那我就先给这几个干部讲讲讲讲，一直讲，哎，把他，哎呀，对，校长跟着你走啊，我们就这么干吧。点燃了吗？点燃了你还得让他去点燃别人去，全靠你，你把你烧干了那你就累死了，你一直烧，你把你烧死了。所以你这个组织啊，你能不能通过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把大家都点燃，我这个道理是这就是说这个意思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第四个，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是什么呢？我以前也是，哎呀，我那这校长谈话了，你过来过来到校长室了，我跟你谈谈两个小时，我觉得没达到效果。哎，我说怎么回事呢？我也想了很多了，我也分析他是什么问题，我也帮他了，怎么没效果呢？后来有的老师跟我建议说，校长啊，你太正经了，咱们别在校长室谈好不好，咱们能不能一边喝酒一边谈啊？我说这是工作吗？后来发现这个好，为什么？一喝酒一谈马上解决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学校专门组织老师们很多，我们叫团队建设，老师们的集体体育活动，老师们集体旅游，老师们集体洗温泉，老师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个非常有效，这个比你谈话谈几天都有效。哎，你通过其他的方法把它点燃。所以我把这个叫做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我们现在都做预算专门做这些活动。第五个，人才梯队，你们学校的老师按照年龄按照经验排序的话，校长排第几？校长的年龄是不是最大的？然后接下来的梯队，我们叫二十代、三十代、四十代、五十代啊，我们也有六十代的，我们现在这二十代到六十代的都有。那你如果为了你的组织的长期的发展，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才梯队啊？就是这个接完了以后，下面这个就继续啊，然后下面年轻的可以培养干部，然后分工做小组长，然后做你有没有这样的梯队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组织建设是不成功的。我刚才通过这个摄像头看大家的脸啊，那可能年轻人也有，年纪大的人也有，那就存在接班人的问题。我给大家一句话，接班人选错，满盘皆输。为什么？你所有做的前功尽弃，把你的全推翻，而且把理念全推翻，选错了。大家也都知道，汉武帝的接班人选的成功吗？秦始皇的接班人选的成功吗？毛泽东的接班人选的成功吗？这都是伟人呐，接班人都选不对，这是太大的一个问题了，这是组织建设的核心根本问题。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我的接班人的问题。哎，张校长多大？我今年45。哎，你正是正当年，正是干事的好时候啊！你想什么接班人？早着呢，再干20年也没问题。20年以后呢？接班人不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年就能培养出来的，没有10年20年是培养不出来的。你有没有意识带着20岁的人一起干，让他们也能感受到你说的这些理念、你的想法？所以我建议现在各位华校校长，好好想想接班人的事情。我看过太多的华侨组织、同乡会，或者是公司，华侨的都是华侨的，因为没有接班人，全都垮了，垮掉了。我看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学校从来没有爸爸当校长，儿子继续当校长。那你说这100多年的组织怎么传下来？刚才讲了吗？32个字的华侨精神，你能不能把这个精神传给大家？第三个，组织沟通，
组织沟通简单说就是开会，或者是说发文件，简单说。那么你这个，我喜欢说三话，我各种各样都三话。那么你的组织沟通一定要书面化。我开会议的话，一定也是提前先把资料发给大家。以前印很多纸，现在没有纸了，全是电子化。最后档案化，什么意思？你的会议有没有结论？什么决议？谁负责？最后落实是到谁？什么时候落实？那就叫书面化、电子化、档案化。第二个，组织沟通的目标是不是明确？我们开这个会目的干什么？没有目标别开，开来开去浪费时间。第三个，会议的级别和成员，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如果重要的会啊，我为了准备这个会至少得准备一个月，有的时候谈，哎，我说这个得上会了。什么叫上会了？通过这个会就达成决议了。那你这个会是谁参加？你设定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会，各种组织的会。原来也想，这会太多没有用，就开一个会就完了吗？全体开会那就不解决问题。而且你为了训练你的班子，锻炼你的队伍，你就得开各种各样组织的会，一层一层报。你没有这些的话，校长垂直领导永远培养不出来接班人。那么你设定的组织的级别，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人事预算问题啊，那当然是校长会决定。那么你如果学生指导问题，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在什么地方谈？就是每一个会议，我们有详细的会议制度、会议级别、会议成员，非常严格。这是我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做出来的。这个呢，才能培养你的组织。第四个，我的经验就是大会之前一定开小会，甚至4个人的会，我有的时候都是分别一个一个个别去沟通，沟通好了以后4个人，我说你们同意吗？同意。很简单，但是我事前做的工作很多。如果你为了达成你这个目标的话，一定是大会之前开小会，那你大会3个人也是大会啊。我开的最大的会2000人，那你为了开这个大会，那你怎么办？所以一定记住，大会之前一定开小会。最后，民主与集中，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目标。众说纷纭的时候，只能校长拍板。我有过好几次这样，但是最后觉得拍板了以后，结果大家都不服，也没办法。但是有的时候证明我判断的对。我跟大家说要休校，要网上授课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那是校长的事儿，那校长你说的是中国国内的事儿吧，跟我没关系。一个人赞同的都没有，就我一个人，50多个人，就我一个人主张网上授课。后来大家明白了，校长不是那样判断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网上授课。我们跟大家的周末制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网上授课是每天啊，星期1到星期6啊，是每天每天连续上，不是只有中文啊，是16个科目。所以作为一把手，你要充分调动民主的气氛，更重要，决策的时候你要集中。这是我说的组织沟通。第四个，这个很有意思啊，给大家分享，叫布置工作5步法。为什么呢？我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叫布置工作嘛，口头说，说完了以后，后来他跑过来就问校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还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让他去做一个工作，做完了以后，哎，我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不跟我汇报啊，你就这么判断啊，你这校长都不知道，你就这么发文件发通知了。就是后来就觉得这怎么说话都说不清楚呢。后来研究了布置工作有5步法。第一步，交代工作，那就是说你要把工作说清楚吗？或者你用文件的形式书面给他，你要做这个。第二步，复述一遍。哎，你别走，你做这个工作吗？你给我讲一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也就是看他是怎么理解的。第三步，询问目的。什么目的呢？我让你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为什么让你做，你知道吗？第四步，明确边界。什么叫明确边界？什么这个工作里面什么是可以自己判断的，什么是一定要跟校长报告然后才能判断的，先说清楚。
我说的这是布置工作的时候就说，最后问更优解是什么意思？校长是这么判断的，哎，你是怎么想？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所以我有的时候开会都很有策略的是什么呢？我自己都有心里都有答案了，但是我不说，我不说校长的判断，我先问你们怎么想。哎，他跟我想的一样，哎，我说我就是这么判断的。为什么？锻炼他们的思考能力，要培养这个组织吗？我现在具体实际每天工作五步很难，但是我一般能做到三步，这就已经大大改善了，避免了很多误会，避免了很多 超过自己权限的判断。这个分享给大家。第五个，教师评价。你想管理老师，你想带队伍，就一定要评价。我做校长7年，我每年给校长评价，给老师们评价。我们现在就叫校长评价，什么意思？我一个人给50个人评价，标准就是我的标准。那么我要做这个评价的时候，我把这个评价的内容要做出来，这个内容是要有导向化和差异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让你干什么，我得让你明白。我说现在今年重点研究 ICT， 哎，我定了这个目标，你没做，那我就给你评价不好。差异化是什么？一般的老师、班主任的老师、主任的老师、组长的老师或者副校长的老师，每个人评价内容都不一样，因为他担当的工作不同。那我实际上就是因材施教了，对每一个人都不同的评价内容，这是校长很大负担了。第二个，结果评价和过程评价要结合。我一般一年评价一次。后来老师说，校长，你既然认为我这个不好，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你早跟我说，我早就改了。后来也觉得对，老师们说的对，我现在就变成什么呢？我变成一年评价3次，最后一次跟工资挂钩。评价3次的话，我就分3次跟全体老师面谈，一个一个谈，一般谈一个人1个小时，时间最长的话4个小时谈一个人。那要干什么呢？面谈，这写着评价面谈，面谈和书面要结合。我面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告诉他的任务，学校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应该哪个地方改善，哪个地方做得不好，为什么是这样。我面谈的目的就是这个。原来我都是口头面谈，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他听不懂，我就把我要说的话都用一张纸，不能超过2张纸啊，一定是1张纸，要点简明扼要的告诉他，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事情。以前我是印出来给他1张纸，现在都 PDF 发给他。这就是校长给你的评价。第三个，评价结果要组织化。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问题，校长一个人评价不了，为什么？太累了，受不了了。我有好几次评价完了以后就住院了，病倒了，因为这个压力太大，跟很多老师谈话是太耗神。这个工作最长的话做1个月，每天就是这个事情。后来发现不行，那就想评价结果组织化，不仅我一个人评价，要让干部们各种组织都参与评价。还有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成长和终身学习，校长和老师们一起成长。最后评价要与等级和工资挂钩，我们老师是分6个等级的，这没办法，把老师们分了等级，校长是最高等级。那么这个每一个等级工资就不同，涨多少工资跟这个评价也有关系，这是我们做的评价制度。第六个，工资和奖金，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对吧？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华校创始人，你就要想我给老师们怎么发钱了。那么如果怎么发钱的话，怎么设计工资体系，第一个先要考虑到工资的行情。什么行情啊？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区域做这个工作大概是行情怎么样。第二个，怎么签合同，怎么报税，怎么上保险。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周末学校是怎么样，这些我们是都要做的。第三个，津贴。津贴是除工资以外的特别的，就比如说我们做班主任有班主任津贴，你做年级组组长有年级组组长津贴，做主任有主任津贴，按照职务来的，校长有校长津贴。补助，什么是补助呢？有其他特别的活动的时候，
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冬令营，我们给他有特别补助，加班费超过劳动时间要发加班费。第四个，工资的等级，就是我刚才说的等级。第五个，如何涨工资？评价我们有 A B C D E， 不是 S A B C D E， 这么几个评价等级，不同的等级涨不同的工资。第六个，年奖和校长基金。什么叫年奖呢？我们叫这个，就是奖金吧，一年十二个月发十二个月的工资，我们现在还发3.5个月的奖金，也就是一年发15.5个月的奖金。那么这个奖金也要调，要评价。第一，最后一个校长基金，这个我还没做到。什么叫校长基金呢？我一直跟理事会申请由校长独立支配的一个基金，我说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说给谁就给谁，灵活的，这个很难，还没做到。这是工资与奖金。第七个，校长与教师的关系，这个也是好几个校长问。那我的想法，我的理解啊，给大家分享。我认为校长和老师的关系就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司令与战士的关系，导演与演员的关系。比赛，教练能上去打比赛吗？不能。成绩好的话，你得靠运动员。那你得怎么理解你每一个运动员的特点，让他打什么位置，让他怎么调动他的积极性，怎么团队配合，那这就是教练的工作呀。司令，哎，我做了战略部署，我做了这个什么样的行动计划，战略这个怎么具体打仗，那你是靠战士们要去执行啊。大家都听说光杆司令吗？你虽然有很多战士都不听你的，就是光杆司令啊。那你这个司令怎么命令战士，怎么调动战士，导演与演员，这个电影这一场戏怎么能做得更好呢？导演也要发挥作用，演员也要发挥作用。经常看导演给演员讲戏啊，你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角色啊？那就是校长把自己的理念给老师们讲啊，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校，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理念。所以我认为关系啊，可能用这几个来比喻一下。第二个，要把老师的幸福，幸福是什么呢？人生幸福，个人幸福，或者他的事业发展，跟学校的命运紧紧挂起来。那校长就变成老师的人生引路人，你能引领这个老师一生。我是这么去努力，我是这么去做的。我经常又跟我们学校的老师谈话，这个老师来谈，我这个校长是很有意思，我这个常年背着纸巾，什么纸巾呢？有很多一谈话就哭了，哭的话是好事，说明他认真，说明他动情了。那我就要引导他，好的，就是谈，我说你今天跟我谈话，你再过3个月你会觉得你跟我校长说的话很幼稚的。过了3个月他来找我，校长，我真的那个时候很幼稚，对不起，你跟我说的我没理解。我告诉他，我说明年你会怎么样，3年以后你会怎么样，你就按照我这个路你去走吧，你在我们学校会长期工作下去的。所以我教给他的这样的思想方法，我教给他的这样的工作方法，对他的人生，对他的生活家庭都有好处。那么他就认为我可以帮助他，我可以引领他，那他就跟着我走了。第三个，校长要与老师共同成长。我认为我跟10年前已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我一直在成长，我也在迅速的成长。那么要让老师们也感觉到校长的成长，校长的成长带动老师们的成长。第四个，时刻关注每位老师的健康、情绪、工作状态。我现在每天如果说10个小时工作的话，我至少有3个小时是在跟老师们谈话，至少有3个小时，多的话5个小时、6个小时。我刚才说了吗？校长从谋事要到谋人呢，你要跟这个老师同呼吸共命运啊。那么这个老师的健康啊，他的情绪了，他的工作状态了，就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工作呀。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我看到说，哎，我说你今天，哎，你这外边冷啊，戴上围巾啊，哎，你脸怎么红了？哎，你是不是肚子难受啊？哎，你这鞋这个你得换一下了。
我经常现在跟老师们说这些，我原来不是，原来都说你这个班怎么带的，你这个是怎么考试怎么考这么差，都说这些，反而觉得效果不好。哎，我多说这些，哎，老师们工作积极性反而增加了，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让老师们快回家吧，别工作了。有的时候校长跟老师们说一句话，哎，说完了以后，他那拼命去研究，拼命去想，哎呀，校长说的这个我一定得做好。我甚至说，哎呀，快回家吧，别加班了，快走吧。反而老师们积极性就上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做人心的工作。第五个，拉一把挡一面擦屁股。哎呀，这个词儿粗啊，理不粗。什么意思呢？老师肯定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什么困难呢？如果在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我把这个人放到领导岗位了，就在他合适的时机和年龄，我拉了他一把，提拔了他一下，他整个人都变了。这个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有选了好几个干部都是这样，人的状态都变了。哎呀，校长这么信任我，校长这么重用我，实际上还不是什么一个大的官，就是那么就完全感觉不一样。那么你这个时机就非常非常重要。挡一面，什么叫挡一面？如果有家长或者有外部的人来给我们老师提意见，我基本都是护着老师的。当然老师有原则性的错误，那这个我是要批评的，可是我要让老师们时刻感受到校长是他们身后的强大后盾，他们出了问题校长会帮着的，校长会负责任的。第三个，擦屁股。什么叫擦屁股？老师给我惹祸了，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哭着来找校长，校长我怎么办呢？你这个校长能不能陪着我跟这个人去谈话呀？我说没问题。或者是有的干部有的领导判断错了，校长这怎么办呢？这我不能负责，校长负责吧。我说我负责。在这关键的时候，校长要有勇气站出来的话，这个老师的心会跟你更贴近，甚至会忠于你。这是我非常深刻的体会。这个我经历过很多事都是这样。最后要关照老师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我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我有很多工作，尤其到了冬天，我最多的一次一个星期参加三次葬礼，因为天气冷了，年纪大的人都去世了，你说老教师去世我能不去吗？这个态度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有的老师生病我到医院去看望，结婚了我去祝贺送彩礼，这都是我的工作，而且有的时候占我很长时间的工作，但是我没办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说的四五六都是暖人心的工作，校长和老师就是要做人心的工作，对学生和家长也是一样。如果你能暖了他的心，他就听了你的话，如果你冷了他的心，他就不理你了。哎呀，对不起，我说的太多了。关于学生理解和指导，那么培养目标我不说了，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有几个问题送给大家，因为是周末学校，那就要想清楚周末学校到底是教书还是育人，你们的愿景目标到底是怎么设定的。第二个，如何利用课后时间，因为好多校长都提问题，这个孩子我一个星期就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怎么育人呢？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利用课后时间了，我课后也见不着他，那你就要想办法了。电子课程、电子教材、 APP、 你的活动、线上的活动、网校，这都是办法。那关键你想不想，你能不能做。第三个，如果现在是想怎么学中文，因为我看了大家的这个背景啊，基本大部分校长都是第一代，我也是第一代，就是新移民，我们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的。那么我们教的这个孩子，很多学校现在很多学校的校长教的基本都是第二代，第二代还好办，因为容易受到第一代的影响。我现在问大家，如果只是教书不育人的话，你们的学生如果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怎么办？
还有人上中华学校，还有人上这种就是周末学校学中文吗？还有人想学中国文化吗？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是最多第六代，也就是说从他老祖宗开始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生，那一直到现在第六代还是我们学校学生。为什么？他一直想坚持有学这个中国文化学中文。那么如果周末学校不育人的话，真的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怎么办呢？有没有人还继续坚持学习呢？我想再过十年二十年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都是问题啊，因为我也没有答案，都提给大家。所以最后一个终极拷问，灵魂的拷问，就是我现在问大家，问你们，你们是要落叶归根呢，还是要落地生根呢？这句话再翻译一次，如果你去世了，你的坟墓想选在当地呢，还是想回中国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请大家想一想。或者这样说吧，你们父母的坟墓想选在哪里呢？因为父母都去世了，父母不能自己选择了，要靠子女选择了。你想把父母的坟墓安在中国呢，还是放在你生活的当地呢，你生活的国家呢？这是第一代移民永远要面临的终极拷问。这跟我刚才说的教书育人还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留给大家这个问题。第二，学生理解和指导，我认为有几个层次啊。第一个，理解第一，先别谈指导，就是管理啊指导啊别谈，没用。先得理解，你能不能理解这个孩子，理解这个学生，这是第一。第二，老师跟孩子之间能不能建立信赖关系。什么叫信赖关系？学生信任你，学生不信任你，你讲一百遍一万遍他都不听，他不理你，没有用。所以先从这两个入手。第三，明确目标，我到底要我要指导他什么，是学习习惯还是生活习惯，是不要忘带学习用品，还是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还是爱集体，还是爱劳动，到底要干什么，先搞清楚。第四，要形成教育合力，靠校长靠一个老师都教育不了学生，要靠你们全体老师，全体老师之间能不能互相配合，这就叫教育合力。第四个，校训校规，你们学校有没有校训，有没有校规，有没有学生管理的章程，没有的话赶快做。为什么？因为你这些都没有，你谈什么呀，怎么管理怎么指导啊，你按照什么管理和按照什么指导啊。第六个，校园文化，有没有一个学校的氛围呀，有没有你自己独特特色的校园文化呀。第三个，怎么学好中文，这个问题周末学校我认为比较难。那么从这个语言环境来分析，语言环境分三种，第一种家庭环境是第一的，第二种学校环境，第三种社会环境。如果一个海外华侨华人的后代想学好中文的话，要充分考虑这三个环境的关系，如果不具备某个环境，就要创造另外一个环境。我具体说，比如说我总结了家长四中。什么叫家长四中呢？家长在家里要坚持说中文，而且要最大限度的说中文，并且要求孩子在家里说中文，要求家长做的。我说了这个要求给很多家长都说过，有的家长做的比较极端的就是不说中文不给你饭吃，不说中文罚跪，就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你不坚持，孩子就肯定不会说中文。第二个，吃好吃的中国菜。什么叫吃好吃的中国菜呢？味觉记忆啊，据研究是最长远的。我现在想，哎呦，小时候吃的什么好吃的，现在还想吃。要培养孩子的中国胃，他不会说中文也没关系啊，你把他中国胃培养出来，他不吃法餐，他就吃火锅，你把这个中国胃给他培养出来，从爱吃中国菜到爱中国，他只要爱中国了，他以后长大了也可以学中文，不用着急青少年的时候一定把中文说好。第三个，带孩子经常回中国，要浏览中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感受中国发展和中国魅力。第四个，
要有意识的体验中华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我把它叫做家长四中，中文中国菜回中国中国文化。家长们是能做到这些的，周末学校的老师时间有限，那就要求家长做这四点。家长们能做到，能弥补很多老师不足的地方，周末学校时间不足的地方。还有校长，有的校长提学生的、学生的归属感问题。什么叫归属感呢？我以前专门讲过。那我认为的归属感就是文化播种。什么叫文化播种呢？就是把中华文化的种子种在学生的心里。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青少年，不是我讲了一节课他们就会中国文化的，不会的。我相信我现在就是给学生在心里播种，播种终究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呢？静等花开，它可能成年了才会开花结果。那么华校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就至关重要，就是你有没有意识组织学生这样的文化活动。我只能举个别的例子，这是我们学校的文化活动，为了培养民族归属感的文化活动，醒狮点睛，刚才暖场的时候也放了这个视频。我们为了纪念七十周年国庆，买了70头狮子，然后把关帝请到学校，用神的力量赐予狮子灵魂。所有的学生、老师、老校友、老教师、家长、理事都参加，不是伟大的人点睛，是让学生体验点睛，然后用关帝的神灵赐予狮子灵魂，最后醒狮起舞。当时这个“男儿当自强”这个音乐一放起来，很多学生都非常感动，看着这些狮子舞非常感动。点睛完了以后，去年10月1号国庆70周年，我们组织了800人的游行。当时我们叫中华街，就是唐人街 Chinatown。我们70头狮子一出去，哇，大家就震动了，哇，这太厉害了，谁也没见过70头狮子。然后呢，我们组织学生在这个中华街舞狮，满眼望去就是狮子。我认为这个活动做完了以后，学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所以这个归属感的培养啊，它不是靠上课培养出来的，主要是体验和交流。最后一个话题叫家校共育。这个图书馆是我们家长自己建的，我们学校没有能力建图书馆，又要买书又要订，而且这个上面都有条形码，我认为我们学校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拜托家长们做。家长们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到学校来买书、钉书架、排，然后把这个二维码都贴，将近用了半年的时间。很多家长周六周日都没休息过，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啊，周六周日休息到学校来工作。大家可以看，有的甚至是孕妇都到学校来。所以有的校长提到底可以让家长做什么呀，我认为什么都可以让家长做。那这个我已经分享1个半小时了，那大概我就分享这么多。这个能请徐老师把我那个家长的视频给大家放一下吗？嘉荣老师在吗？来了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1分钟的视频。今年运动会召开的时候，北方小学校正在施工，操场附近和体育馆里的厕所都停水了。这样厕所冲水的唯一方法就只有让人提着水桶去冲水了。运动会前夜，得知这一情况的家长理事会紧急召集了8位家长理事前来支援。绝大多数孩子从来没有用水桶冲过厕所，高年级的孩子一教就可以做得很好了。而低年级的孩子因为力气还很小，抬不起水桶来，就要在家长理事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对前来支援的家长理事来说，这样的照片也是人生第一次吧。谢谢积极参与大
啊，可以了，这个可能现在网络有问题。听清吗？啊，可以了。哦，大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视频是什么。我们学校没有操场，所以常年借日本学校开运动会。结果今年我们借这个操场开运动会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施工，结果厕所停水了，是前一天才发现。结果我们后来想怎么办啊，明天就开运动会了，学生要上厕所呀。那么老师们都安排了自己的工作，老师们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厕所了，紧急呀。前夜啊，刚才讲了前夜，我就发了一个微信，我说实在没办法了，请家长们帮忙吧。就有八个家长义务的给学生冲厕所，就是冲屎冲尿，就是做这个事儿，而且无怨无悔。刚才看的那个视频都是家长自己做的，自动生成语音，然后做日文字幕，为了给家长宣传，就是说希望家长们你们赶快支持学校啊，帮助学校啊。所以以前有客人来参观的时候，120周年的时候，我让接待的时候工作量太大了，就是我们这几个老师根本不够用了，我都忙的都不行了。所以我说这个接机送机安排酒店怎么办呢，我让家长做的。接待完了以后，缅甸的李祖清校长找我，就问着这一个人说，张校长这谁呀，这是不是你们副校长，我说不是。他说不是副校长也是教务主任，我说不是。他说那是谁，我说是我们一个家长。他当时就傻了，他说张校长你怎么让这个家长能做到这种程度，不吃饭不睡觉给我们服务，服务到这种程度。我说我也没做什么呀。他说你肯定给他们洗脑了。我说我也没洗脑。那做什么呢，那就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给家长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工作和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好的教育理念和内容给他们分享。所以再说出来就是怎么给家长宣传呢，关键是内容和宣传方法。如果你自己的内容想不清楚的话，你说的技巧再高没有用，家长不会感动的。那么家长掏心掏肺的对学校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所以说到这个家校共育啊，你看这个一个简单视频就大概能理解。我们把家长都动员起来，人多力量大，团结构建这个华校共同体嘛。好，那我大概分享就是这么多，用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可以大家再留一段时间来提问。这只是我准备的一些内容，希望能回答到各位校长回答这个题的问题。嘉荣老师把大家的那个话筒都打开吧。谢谢严校长。谁提问谁提问自己打开就可以。非常感谢。哦，薛校长。大家好。非常感谢啊，知道我们的工作太精彩了。这样好不好，请大家都打开一下摄像头，因为待会有些老师或者校长是后边还有事情，可能不能够一直坚持到这个交流的最后，我们想先跟大家合个影，之后再进行交流，很快的一下，麻烦大家都把摄像头打开一下，我在这边操作我就不能去我那样，这样我可以迅速的截几个图啊吧。徐老师可以了吗 ？OK， 好了，很感谢。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一下英国英文教育促进会的吴善雄会长，也是我们这欧洲的大咖呀，在世界华文教育协会都很有影响力的。先请吴会长说一下感想吧。吴会长那话筒没开，吴会长。我得先说一下，我跟吴会长认识21年了，吴会长是看着我长大的。吴会长真的是看着我长大的。
非常幸运啊，江校长，哎，你也记得很清楚，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北京华文学院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的时间，对，非常高兴，非常缅怀过往的事情，非常感谢感谢。那么今天看到江校长这个讲座，非常受教育的。那么我现在呢，我就开就现在代表英国所有中文学校，那么邀请，江校长在明年初吧，到我们英国来一个捐藏的讲座，好吧？啊，谢谢吴会长。好，更多的校长，谢谢啊。我声明一下，我的讲座都是免费的，都是公益的，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只是为了把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好。谢谢吴会长，谢谢吴会长邀请我过来啊，非常感谢罗校长。我们在北京人民广场那边见过面，对吧？对对对，我们在大会堂前面合过影。对对对，好，高兴，非常感谢，今天的安排非常好啊。然后我们的校长呢也学习很多了。刚才呢，我也看到很多欧洲的朋友、校长、老师都来支持参与这个讲座。我相信每一个人有今天这个经验呢，确实是非常受教育，非常受感想很大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中国心啊！我希望呢，每个老师、每个校长，这是最重要的啊！最是感谢罗校长这次这么好的安排啊！有机会我邀请你到英国过来，好吧？就我们就看。谢谢您。访问啊，下一场您英国那边也办一场吧啊，给我们，哎，对，明年吧，明年我们邀请江校长给我们这个捐墙的讲座，啊，谢谢吴会长，谢谢吴会长，好好，谢谢吴会长，高兴，好，感谢你们啊，感谢。好，谢谢吴会长。是刚才讲座的时候看到很多校长都在奋笔疾书的做笔记啊、拍照啊，还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容。那想大家肯定也有很多想跟一起交流的，甚至还有一些还希望了解的。那大家有谁有问题的话，就自己打开一下话筒吧，或者按个举手，这样我们知道谁开始。有没有哪位老师、哪位校长？那个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我看见这边有那个 IFC 的蔡景瑞校长举了手。那个荷兰的老师在吗？要说吗？陈华中会长在吗？我在。来了来了，我看到了你。首先呢，我要感谢那个罗坚啊校长啊，你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视频会。然后呢，刚才听了那个张校长啊，这个张延松校长的课，觉得很有启发。有很多事情嘛，就是，对于管理上的这个呢，的确，由我的经验来说呢，的确，这个张校长呢讲得非常的到位，有很多就是我们做企业的也好，做什么的好，但是呢，跟这个呢这种的管理嘛，的确讲得非常的到位。这个呢，我相信各个老师们呢、啊，或者校长们啊，还是要多多的向这个张老师、张校长呢、啊，好好的学习。真的这个非常有，我非常有体会。嗯，那这张校长这个课呢，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好，讲的非常的棒啊。所以呢，在这里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好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好的，谢谢陈会长。刚才因为我看到蔡会长那边举手了，稍等，我把蔡校长调出来。蔡校长自己把那个话筒打开一下吧。好。好的。OK。哎，大家好，听到吗？那个感谢张校长，然后感谢那个徐老师的邀请。我们协会呢，就是说针对的这个课、啊、都是一些中法家庭。然后刚才张校长提出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激发家庭的父母参与，我觉得这点呢非常好，也是我们协会一直想做的。那么就是说呢，比如说如果是中法家庭或者是完全法国家庭的，我们如何激发他们对，就是父母吧，
就参与到我们这个工作中，然后激发他对我们这个中文学校的这些工作的兴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詹校长，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一些指点？感谢。我在我刚才分享的那个内容里面也有，首先就是说那个四个中啊，这是对家长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家里说中文，吃中国菜，带孩子经常回中国，然后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对中国一些朴素的感情的话，这个家长可能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让孩子学中文。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最后讲的这些运动会，比如我们这个运动会，就是简单说，实际上跟领导老师们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把家长凝聚起来，那么就是你们学校的理念到底是什么，你有什么能打动家长的。就这样说吧，因为家长是付学费的，如果对企业来讲，家长是客户啊，客户有什么需求，你怎么为客户服务啊，你能不能把客户的心理掌握，你把什么产品卖给客户啊，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去经营你的家长。所以我刚才讲了，那个家长不会平白无故的掏心掏肺的给我们去洗厕所，谁想这样做这些事情，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那就是还是觉得他非常理解学校的教育，而且对学校的教育很满意。那这个过程不是说我说一句话他就满意了，不是我校长我做一个讲座他就满意了，不可能的。那是通过长期的工作，班主任老师怎么工作，上课的老师怎么工作，甚至是后勤服务的工作人员的家对家长的态度，或者是学校的卫生，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工程。所以就是要有意识的做家长的工作。是怎么做呢？最好定期举办家长学校。那我呢，我是至少每个月一次家长们的家长会的干部们，我要给他们讲。我不是这个讲理念，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这一个月学校做了什么活动，我们这个活动是哪里好，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动，学生是怎么表现的，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所以家长会会长经常说，这个我们家长会有很多是张校长的粉丝，我挺高兴，不是说因为大家喜欢我，是因为大家理解我说的话，是理解我的这个说的理念了。那么我认为这个是，甚至这样说吧，有的夫妻吵架都来找我，因为他在这个社会没有信任的人，就是说他认为我是个贴心人，突然到学校来找我，以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了，我说哎呀，我们做什么事故了，别学生发生什么事，结果实际上是就是孩子出问题了嘛，孩子出问题了，最后的问题是什么，是夫妻吵架，是夫妻关系不好，所以影响到孩子。还有就是说有的找我是什么呢，孩子要退学啊，说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我说不想在中华学校了，我跟家长谈，最后谈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明白了，这个家长是一个经营企业家，我说你不能用管理员工的这种方法去管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一个人，你的孩子是想跟你亲近的，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员工，你是超人，你不要让你的孩子做超人。那就是说我给家长很多理念和信息，或者是他思考的方法，解决了他家庭的问题，解决了他对孩子教育的问题，那他当然就听我的了。所以我说要做教师的人生引路人，实际上也是在做家长的引路人，就是把你的孩子引到什么地方去，你同意不同意，你接受不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家长成为我们这个平台里边共同成长的共同体。我这样说吧，我们现在最多的话是小学一年级报名是5:1，就是五个人里面我们选一个都想来，我收不了那么多。有的时候那五选的时候就要问呢，说你为什么报名啊，为什么想把你的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有几个家长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就想当你们学校家长。啊，我说什么意思，我说现在问你为什么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是你想怎么教育孩子。他说不是，是我想当你们家长。我说你好好解释一下。他说我去年参加了你们国庆70周年的这个活动，我感动的直哭，我这个哭的痛哭流涕。我说在日本在海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动的这种
这种国庆活动是你们学校组织的，我一定要当你们的家长，我才能舞龙舞狮。他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你想一想，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的感召力了，我根本都没宣传，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就让他们理解了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那你想一想，这个家长到了我们学校，他当然配合，当然支持学校了，捐钱捐物的话，那肯定是这些人了。所以你说怎么让这些家长参与理解学校，我首先认为是自己的思想先想清楚，就说哎，我做公众号啊，我做那个网页啊，我把我们的活动照片都放上去，你目的是什么？你能不能自圆其说，把你要说的话对家长说清楚，让家长们感动，让家长们共鸣，让家长们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你点燃，你把它点燃，你把它烧着了，他啊热情了，那他就支持你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热情了。你讲话，你就是说，你让家长都成为你的粉丝，那肯定家长支持你学校了。我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那就是因为我不是很具体了解你们这个家长的情况。我这样说吧，我们游行的时候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就是黄头发高鼻子那个，就是我们家长，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澳大利亚人，然后他那个舞龙啊，大家都看到说这是中国人吗？因为是我们家长，他也爱国，他也爱中国，他就在那舞得可高兴了，他没觉得这是个什么政治活动，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体验，那他当然支持我们这个学校了。那我们比如说包饺子，我们大年三十每年大年三十包饺子，去年包了6000多个饺子，让家长来帮助煮饺子，家长都乐得不行啊。还有我们那个今年10月1号不是双庆双节同日吗？国庆节和中秋节同一天吗？我们做什么？我们给孩子们发红白包，就是包子是庆祝国庆，然后还给每一个学生发月饼，都是免费的，全是免费的。那个月饼我给学生讲的时候讲说，你们这个月饼啊，不是说自己放学路上在电车上吃的，是回到家团圆的时候吃的，要给爸爸妈妈一起吃的。有的孩子回到家把这个月饼一掏出来，爸爸妈妈都哭啊。为什么？在日本公司工作，谁过中秋节？哪有时间过国庆节？是孩子提醒他过中秋节了，那家长真的哭啊，就给学校打电话说，谢谢张校长，你不给我们发月饼，我都忘了中秋节了。那你说这么多感动的地方，家长能不支持学校吗？所以就是关键的问题是，我发一个微信就有那么多家长半夜就来组织，然后第二天来扫厕所，那是因为平时以前的工作做得扎实，要不然绝对不会有这么多人支持学校的。对不起啊，我一说话就激动了。大概回答这么多。非常好，感谢张校长，非常好，谢谢。澳大利亚陈校你举手了哈。打开你的话筒。感谢那个罗校长，感谢张校长哈，我都那个听的都入神了，那我没举手，就是沉浸在这里面，真的，今天学了好多东西，以前有些是想到的，但是做不到的，有些想都没想到的，很受启发的，真的，回头这个回放还要好好看一下。我就想问张校长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多少年？20年。嗯。但是我因为有过公派的经历，前5年是国务院侨办公派教师，我这20年不是连续的，中间还有2年半回国做北京华文学院华文教育处副处长，做了2年。就是中间可能断过2年。我是2000年第一次到日本的。跟我去澳大利亚时间差不多，我是1997年去的。哦，也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所以您是不是想问，就是说，哎，那你20年怎么会有这些想法？是不是想问这样的问题？
我简单说，我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从很多，我为什么举使力使命的时候举了三个人呢？我是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一接触这些老华侨，就总感觉他跟我以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就他们有那种精气神儿，无论是到了80岁90岁还是有那个精气神儿。我说怎么会他们这样跟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呢？就是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后来我把它总结成华侨精神嘛。那我就觉得，哎呀，我也做这样的人的话，我也觉得心里很舒服，我的人生追求应该是这样，那么就有了使命嘛。我甚至现在给我们毕业生的老师都讲，我说现在学校条件这么好，如果学校办不好，愧对列祖列宗啊，那就是使命嘛。那因为是我认为有几代人在看着我呀，所以就是说，首先是从华侨先贤上，华侨先贤身上得到了一些启发。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很多都是几代人的智慧，不是我一个人的，因为有一些总结不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有的人是思想里有，但是没说出来，我只是把着借这个机会说出来。还有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我在北京华文学院做过华文教育处副处长，为什么呢？就是说国内的华文教育圈还有这个工作方法我也非常熟悉，所以吴善雄会长就是在北京华文学院认识我的。那么这个可能是我跟大家不同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背景是，我是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育专业毕业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圈，不是说我的学术水平怎么样，但是我进到这个圈里了。那你这个圈子是很重要，也就是你的视野，你的眼界。所以也有人说，张校长为什么说全球华校联盟啊？因为我认为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像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的，我不是说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些启发，一些思考方法，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方法，就是教会你怎么想问题。我认为这个是培训的一个根本。你怎么教拼音，这个教材怎么用，这个不是我讲的，我主要是讲这些精神方面。我大概可能陈校长问的是这个问题吧。谢谢您啊，我这个真的听完了您讲的，我觉得得重新规划一下我这个人生也好，是当校长的这个小目标也好，都要重新考虑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人生引路人嘛，谢谢，就是这样。是，谢谢。如果再讲一个体会的话，有很多人说怎么教好孩子啊，怎么教育好学生啊，怎么领导团队啊，我认为首先最关键的是怎么处理自己内心，把自己的内心先理顺了。我这样说吧，我做校长也有觉得很多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很委屈的时候。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已经想了这么多了，我已经这么辛苦了，为什么你还不理解我呀？就是我以前经常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困惑，就是为什么你们还这样对我呀？就是经常有这样的困惑。后来自己就跳出来了。为什么跳出来了呢？我现在看60多岁的都是我孩子，说实话，他们都看我长大的。但是我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站得比他们高了，我的思想水平已经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了，我能指导他们，我能引领他们，无论他是多大的年龄。所以我为什么总说这个思维方式呢？我认为稻盛和夫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你怎么努力，怎么热情，你有多高的能力，多高的学历，思维方式不对完全错。就是我最早开始分享那个公式，所以好好想一想这个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那实际上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我怎么分析问题，我怎么认识问题的一个方法，对吧？我没有什么具体案例，主要是方法。谢谢。谢陈会长，谢谢张校长。还有没有其他的校长有问题的需要提问？不用客气啊，咱们畅所欲言啊。我问几句。那个啊，燕荣校长。嗯，
对，首先谢谢那个好朋友罗坚的邀请，谢谢那个张校长的这个发自肺腑的这个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个报告，受益匪浅。那个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教学理念和精神，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鼓舞。当然我们德国，我估计我们欧洲的这个学校很多大家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舍都不是自己的。张校长，你们的校舍，因为你们是这个世界这个华文学校最早的学校，而且有自己的校舍，跟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像我们就是周末学校，然后呢都是租的德国学校作为我们的校舍，所以呢可能在举办活动啊，还有就是利用学校的这些校舍资源上受到一定的那个局限性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张校长这儿的这个学校的管理，直线职能制的这个管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刚才听到你们的这个奖金发放制度什么的，我也在想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工资的这个制度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估计你们都是就是全日制的，像我们呢因为是周末学校吧，然后老师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到学校上学教课。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工资不足以来让他们自己来养活自己，就是说他们必须还得周一到周五来做自己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刚才听了您的这个管理制度之后呢，我也在想我们以后可能要制定一些就是说更加细致的这种管理方法。但是我现在就想听一下你们的奖金制度是怎么具体是怎么制定的。奖金制度，对，您刚才说了你们有工资对吧，就是实际上工资是有六级，然后呢还有这个奖金啊，评价呀，评价了以后，对对对，比如说你，我说这个老师是 A， 这个老师是 C，那他的工资等级就不一样，涨多少钱也不一样。就是靠评价。就是靠评价哈。对。因为如果再讲的话，校长主要就是管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钱，对，一定要抓住这两个。那你抓住了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怎么安排人，怎么调动人，怎么分配钱的问题。对对对，看到你们的那个国庆活动特别羡慕，那么大型的活动，肯定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这么盛大的活动要花很多钱，真正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不是，这不对不对。因为那个钱是，就是说钱是简单的，人是难的，因为钱是可以解决的，人不一定是能解决的。这样说吧，我搞这个活动很好，很多人捐钱，就是主动捐钱，因为你们这个活动太好了，甚至就是说能不能给我打个广告，然后给你们捐钱，都变成这样了，所以钱不是，我认为不是这个根本的因素，人是第一位。对，那么比如说校舍的问题，我们这个校舍也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争取来的，土地也是争取来的。我们为了买这块土地，当时横滨市不卖给我们，有钱也不卖，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中国人，这样歧视。然后现那个是十年前，台湾派还给我们捣乱，不让我们买。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王毅在日本做大使的时候，请横滨市市长到大使馆吃饭，横滨市市长一推开门一看，哎呀，我们都在大使馆里坐着呢，就明白了，王毅把工作帮我们做通了，我们才买了这个土地。所以不是说哎，你们全日制有校舍多好啊，那你想一想，我们是几经磨难几次建校，那不是说钱的问题，那是人心的问题。那如果我觉得这个王校长如果说的这个校舍的问题的话，可能李雪梅校长最有发言权，还有这个美国的华夏他们也有发言权，他们也都是周末学校原来，那也是买了大楼。所以我就刚才说的愿景你到底是什么，
那你满足于这个一百人这个周末学校，那就是你只能办这个事情，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后的目标是要买大楼、买土地、盖大楼，那你的要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我认为不是说周末学校不能买自己的校舍，可以的。但是你们有没有那样的精力，有没有那样的想法，有没有那样的人力来组织大家一起买这个大楼？因为美国的华夏就是这样嘛。我上次听那个他们做报告，一共是几次买大楼啊？那么如果我认为，我刚才为什么提一个问题，第三代第四代怎么办？那这个学校现在主要教第二代还有学生，如果都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你们认为还会有这么多学生来学中文吗？肯定的答案是不会了。为什么？经验上来讲，越到代数多，他对这个学中文和学中文化的意识就越弱。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已经第六代了，那你想想，那还有中华学，还有这个周末学校吗？如果意识越来越淡的话，那就没了。欧洲时报还有人看吗？没人懂中文就不看了。华侨社团还有吗？谁知道自己是东北人，谁知道自己是个广东人啊？同乡会就没了。所以华侨社会三要素，华侨社团、华媒、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华文学校是根本，因为它是负责传承的，社团和华媒都传承不了，因为你要靠人呢，那人是学校教育出来的，所以它是华侨学校的根本。当然这是我的想法，我认为的。那么就是说，那我们真的有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要建大楼，我们要把这个学校传下去。我为什么说接班人的问题？那你们想不想把这个学校传下去，再传第二代第三代，想不想这个问题？不想那就没办法，反正我办二十年没学生我就关了。那如果你想的话，那你就要克服各种困难了。能不能团结一千人，能不能团结一万人，让大家都捐款，我们建学校，能不能如果感动？对不起打断一下，那么你们学校是就是说不是刚才说了是基本上是全日制了哈，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上课。我们不是基本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上课，就是全日制。对，但是就是这个课是各个科目都有，是他们平时孩子们是在德在那个日本学校上课吗？还是就是整个星期一到星期六全在你们学校？全在我们学校。哦。那等于是就是哦，跟我们是不一样，这个叫全日制，对，全日制学校了，那参加这个就是，比如说那种毕业考试啊，成绩的这个讲的话就比较复杂，因为每个国家不同。日本政府是承认的，是吧？不是，不承认。我们现在是中国政府、日本政府都不承认我们的学历，校长发的毕业证书是没有用。但是我们经过常年的争取和斗争，我们得到了可以升日本高中的资格，常年的斗争。我们最惨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六岁的小孩子坐电车，就是 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能买学生票，要买成人票，家长都气得直哭，就歧视我们嘛。所以如果再讲的话，可能还有很大一个区别，就是日本它不是移民国家，它也不是宗教国家，那么欧洲它首先是移民国家，还有它宗教很强烈，那么这个整个社会文化还有这个对中国人或者是说这个异族文化的这个接受程度，那就很大的不同。我们这个都是自己争取，就是斗争来的，真不容易。谢谢，我们现在争取就是我们的每学期的这个成绩被这个学校各个德国学校认可，中文学校成绩现在争取的这个第一步，以后向着你们的方向努力。谢谢。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终极的拷问，就是那现在各位，你们想到你们的坟墓选在哪里了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真的是想一辈子扎根在这儿吗？如果遇到国难的时候，德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你会跑回中国吗？还是留在德国？就说你这个事业，你想不想搞一辈子？这是终极拷问。我有我的答案，大家也有大家各自的答案。
这就是华侨根本的到底怎么做的问题，就是怎么做华侨的问题。是，这是灵魂拷问。对啊，所以这个问题你想不清楚的话，很多问题就不用想了。是，为什么？因为我中国好的话我就回家了，我就不搞了，这学校我也不搞了，那还谈什么呀？所以先要想这个问题。对，所以得先找好接班人，然后再回家。我们已经啊，我们三个梯队都已经布局好了。太幸福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都已经布局好了，因为的确是接班人，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得十年以上的这个培训。所以我们很早很早就是几个年龄层次的，我们就把班都给搭好了。嗯，谢谢张校长。哎，谢谢王校长，再次感谢。每一份成功的背后都有无数的不易啊！作为一个中日双方政府都不承认学历的学校，能够持续这么多年，120年，现在122年了，还有这么多学生和家长都挤破了头想进去，可想而知这个学校本身的魅力所在。嗯，真是。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没有？咱们今天也进行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哎。马德里的黄校长，刚才听啊，你好，罗校长好，今天很荣幸啊，就是再一次聆听了我们张校长的这个精彩的报告，因为那一天那个北京华文学院，我也是受这个张校长的这个讲座而感动，那今天再一次聆听，我觉得内容真的是太精彩了，而且干货很多。那么校长管理我们在座的都是这个校长面临的问题，虽然说这个不一定都是完全一致，但是大致都是很对得上的啊。那我觉得啊，这个张校长真的是这个校长的整个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全能的一位校长，他不仅有自己的高度的理论，重要的是20来年他在教学和管理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他这个理论再结合实际，让我们听的就是真的是入木三分啦，就是特别感觉有用。所以我也是一边听一边在思考，有些我们在做，那么也有的东西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就像张校长说的，终身学习。那么一个团队怎么引领好他们，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资源把它利用起来等等，我觉得学问很深。那么虽然呢，我也做了20多年的华文教育啊，在西班牙，我们学校也是示范学校，但是说真的，就说真正像做到那么全面的话，我们真有待于好好的努力。那么我想首先啊，作为一个校长，我觉得自身的魅力啊是非常重要的。校长真的是一个引领学生和家长，而且还有一个团队老师，这些啊都是取决于校长。所以为什么校长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他的说话能力啊，管理能力啊，为什么会深得老师们的信任，就是出于自身的魅力。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那么还有啊，就是整个讲座我听到，就是张校长的这个他的一个理念，真的前提就是一个他的学校的历史还有华侨的精神，所以让他这么有使命感，我感觉很不容易。年纪那么轻啊，这个使命感那么强大，这些真的是我们每一位校长要好好学习的。我觉得听了以后真的是值得很深的一个思考，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办。那刚刚讲到这个我们校长提的问题，我呢也曾经思考说我们将来这个我们的根在哪里。实际上啊，也你说很明确的做个决定也蛮难决定的，总是觉得哎，我觉得我很适应那个西班牙的这一块，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哎呀，我的家人又在中国，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有点两难，所以一下子发现在哪里。但是我偏向啊，我说我可能偏向会在西班牙，因为毕竟我在这里20多年，然后我们做教育的，我们的孩子一代一代，我也是第一代的学生，现在他们都
结婚，然后呢生孩子，当爸爸妈妈，总之啊，就是我的第一代学生，他都已经这样的，我也是跟那个深受感同的，就是比如说学生的婚礼呀、啊、什么，我也不断，哎，我感觉很有成就感。但是这里的一片土地啊，就是也有我牵挂的很多的，值得我留恋的。所以张校长的问题啊，我想有点左右为难，还没最后决定，但是我偏向我将来的根基，我还会在这里，因为毕竟我这里啊，就时间是应该说在我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这个经历啊，让我呢是根深蒂固。当然我的中国的情节也是理不断的，所以这个问题有点难。那反正非常感谢，我觉得张校长的讲座真的是会让所有的人都会在心灵上得到一个启发和重新的就是去思考的。再次感谢罗校长。巴黎苗苗苗苗校长，巴黎的苗苗，谢谢，觉得一定得谢一下哈，今天上午收获实在太大了，非常感谢罗校长啊，把我拉进这个圈子，刚才张校长讲的这个圈子实在太有共鸣了，今天上午听完之后，忽然觉得，哎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有这么多人在全世界各地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还觉得啊，当校长实在是太锻炼人了，然后认识听到张校长讲的呢，就觉得一下子，有了榜样，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觉得让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这个张校长这个120年传承的学校，我觉得是，首先你们可以扎根祖国这个传统华侨学校教育的这个传统。同时呢又有这个世界华文然后发展新兴教育的这个国际视角，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就是我们新一代就是华人学校的校长都承担着这个一个传承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张校长这个传承人的角色实在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我给您鼓掌，真的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一下子也让我们有了继续辛苦工作把自己小学校发展好的这个动力。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学校的规范化。我觉得不论是120年的老学校，还是像我们这种几年的新学校，都要从底子上就把学校规范起来。不论是教学的管理，还是师资、家长、家校公寓的管理，就是要把它搭一个好的一个底子。所以说完了这么多的感想吧，我也不想占老师很多的时间。我也想问一个比较小的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张校长刚才讲的，就是老师的这个等级哈，校长评估，我觉得非常棒。我觉得就是要鼓励做得好的，然后让做得不好的人知道，就是不要纵容那种浑水摸鱼，既然我们都是搞教育就要保证质量，这点我非常同意。而且张校长还做到这个校长评估和教师的水平，这个工资水平挂钩。我自己本身呢是美国大学毕业的，其实我对这个系统非常熟悉，就是我自己我的工作环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工作水平和工资水平是挂钩的。我也想把它引入到我们学校，但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也想了很久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惑是我怎么能制定一套科学的整齐划一的公平的对老师的这个评估标准。我也想，对，我也是校长，我也觉得我有权利，我也可以说了算，但是我说了算怎么能让大家都听了都心服口服。就是张校长在设计您的评估理念的时候，有没有借鉴什么科学的工具，或者是很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想法，谢谢。首先我想先说一下这个等级的事情。这个等级呢实际上是老师们互相之间不知道应该当然可能他们自己私下交流你是几等级，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它主要是跟工作量、工作业绩还有工作的就是我们叫工龄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也是我提拔干部的一个标准。那我举例子啊，比如说也有工作了10年以上还是最低等级，那就说明这个我一直对他提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理解呢，还是说他不积极主动改呢，还是说他的能力有限呢，
那总之我要让他认识到他的这个问题。那么最艰难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最多一个人谈四个小时，就是这个老师。嗯，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哭闹啊，就是在就是很激动啊，校长把我人生都否定了，就是这种感觉，就再谈的话就打起来了。但是我是很冷静的，我主要是我的目的是想让他明白我要跟他讲的你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所以在制定评价标准，不是评价标准，我说评价内容，我刚才说了，评价内容叫导向化和差异化嘛。什么叫导向化？我想让你干什么？那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想让全体老师都要学 ICT 的知识，可是你学的不好啊，我事前已经说清楚了，那你学的不好的话就没办法啊。大家都是同样，你年龄大也不是说哎呀校长我年龄大我不会做，那不是啊，这是你是学校的老师，你就要按照学校的这个要求去做呀。那么这个老师们如果能理解的话，首先就是说对评价内容方面要全部的非常清楚的给全体老师公开的解释，嗯，我想要干什么，我想要怎么评价，干部怎么评价。因为我还没讲呢，老师们给校长也评价了，校长是给老师们每年评价，老师们是三年给校长评价一次，我每三年也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我评价得罪了很多人啊，他也给我评价很不好啊。那么但是他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是为了学校怎么怎么样，那他就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那么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评价内容导向化和差异化就非常重要，因为干部做的工作跟一般的老师做的就是不一样，那么责任也不一样，我要从考量一个责任，就是考量一个干部的角度去考量他，去评价他。那么这是第一个评价内容的问题。第二个评价标准，有人问校长你怎么评价，为什么我是 A 呀？你没有量化的东西吗？或者说你我一年上了多少课，你看了多少节，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你问了这个学生家长对我的反应了吗？那么如果一个校长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那我主要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那你们不用问，就我一个人评价，我用我的标准，我常年都是一样的人，我为什么坚持跟全体老师面谈，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我让别的人最后评价调这个评价结果的话，老师们就提问，哎，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一样吗？说不出来。那我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因为我没有别的好的方法，我量化呀，或者是可视化呀，我把他们的工作量、工作业绩、工作水平、思想水平都变成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我做不出来，那我就只能很笨的方法，每一个人都面谈。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是我只能想出来最有效的方法。这是第三个评价标准问题。第四个，怎么让大家心服口服？没有妙招，也没有技巧，靠什么呢？靠你的人格魅力和你的感召力。就是怎么说呢？校长就哎呀，校长这么说，那我就这样吧。我就校长行啊，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达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我刚才讲了，我甚至现在都说什么，哎呀，你们别干了，快走吧，回家吧，就别加班了，都累坏了，我都是这么说，反而老师们积极性上来。那么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我最后用了三个字嘛，暖人心嘛，你把人心都理顺了，那就没问题了。人心理不顺，你做什么标准都没有用，做什么内容都没有用。那么经过我这几年，我认为是人心基本理顺了，那么也没有人就是公开的跟校长唱对台戏啦，或者校长说什么我不做啦。那么真的有很极其个别的解雇我也做了，那就真的是已经变成上升到敌我矛盾了，没办法了，我认为已经影响到整个学校，影响到整个教师集团，影响到学生，影响到家长，那没办法解雇，就是只能走这样。所以如果再讲的话，我为什么说实际上是税务、劳务还有保险各个方面呢？我们学校，因为我认为我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我们也有常年的雇佣的法律顾问，还有劳务顾问，还有心理学的顾问，这都是定期要付钱的。
那没办法呀，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研究那么多知识。你想做这些的话，你就要请专家来帮你出主意啊。嗯。所以我认为这个评价大概是这样几个要素吧。太感谢了，都是大实话，太有用了，谢谢。好的，谢谢。巴黎新苗其实是这几年巴黎大区里边成长的非常好的一个新生华校，谢谢，优秀华校的代表，提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谢谢张校长，谢谢苗苗。谢谢。好，那下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十一点半了，差不多了吧？嗯、张校长也挺累的了。是。我关键是我接下来还有别的事情。对对对对。好的好的，那行，这一次是我们法国华文教育协会和法国奥罗阿大区华文教育联盟第一次联手举办的一个讲座。那这个关于之后的这种海外华文教育的讲座，我们会继续持续下去，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活动。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也感谢张校长。谢谢，谢谢张校长。啊，对了，谢谢，我忘了刚才最后的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好，扫码就可以加。已经几千人的了。没事，我是有问必答，我是真心诚意的为大家服务，所以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扫一下。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一天两天也不回答，但是我肯定会回答的，一点一点回答。可以可以理解。其实真的是对我们这些陌生人，张校长真是毫无保留的传授经验，太感谢拥有这些领头羊了。咱们今天也来了好多其他国家的哈，也期待咱们其他国家的校长们也，咱们带个头，到时候也搞一些这些实用的讲座哈，给咱们校长一起。那个，因为以后还有回放视频，嗯，回放视频里面也还可以分享，好吧？好的。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罗校长还有嘉荣，说实话他们两个也很辛苦，为了做这个讲座呀，提前征集问题，然后给我分类，然后整理，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时差呀，让我这个半夜就给叫起来，或者早上就叫起来，我们商量，我们三个人也开了好几个会，所以也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这个两个协会啊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缘分，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那么今后我认为在这个华校联盟的这个平台上，大家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我也希望跟大家今后有更多的机会交流，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张校长，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是我们该做的，搭一个平台嘛，大家互相交流，谢谢，好，那行，那就这样啦，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别的事我就先退出了，好的，谢谢各位老师，咱们下次见啊，谢谢，下次见。谢谢嘉荣啊，很棒，谢谢谢谢，等你的照片啊，等你的照片，成，我一会儿看。刚才有些校长给我发短信说这个要放朋友圈，所以想要那种大的截图。好的，我一会儿发给你。好的好的，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好了，谢谢，谢谢轩校长来啊，谢谢啊，好的，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很过瘾哈。我主要是两个机器在跑。你直接关闭就行了吧？是，我准备结束。结束会议结束。